报告委员会，我们今天下午召开会议哈，因为特别再加开一场，主要是因为上上礼拜我们有关于经济部及所属预算审查的询答，因为停开一次会，所以呢我们要给他补开。那因为部长的时间是早上才可以来，下午不能来，所以呢我们就上下午对调哈。所以今天下午的议程本来是正常要放在今天早上开，然后早上的议程呢是要在这个时间点补开，那我们顺序就有对调了一下。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开会，现在请报告出席人数。报告全体会，出席委员15人，已足法定人数。好，我们现在正式开会哈。我们现在请进行报告事项，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9届第二会期经济委员会第6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105年11月7日星期一上午9:04至下午13:00，地点红楼101会议室，出席委员林黛桦委员等15人，列席委员刘世芳委员等36人，列席人员经济部部长李世光及相关人员，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研究委员黄耀生，主席管召集委员毕林。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经济部及所属单位预算部分，经济部李部长世光报告后，委员林黛桦等19人提出质询，均由经济部李部长世光及相关人员即席答复。登记发言委员除不在场者外，其余均已发言完毕，询答结束。委员蔡培慧及刘世芳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书面质询和未及答复部分，请相关单位于1周内以书面答复并附之本会。委员质询中要求提供之资料，请提供于本会全体委员。决议11月9日继续审查，散会。议事录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同仁，我们议事录有错误？没有错误。好，那我们议事录确定，现在进行报告事项，请宣读报告事项。宣读报告事项，邀请经济部部长率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及台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针对公司未来拟推动之重大政策及改革计划进行报告，并被质询。报告事项宣读完毕。来，我们两位董事长啊，今天是在新的任期，虽然朱董事长是原任董事长了哈，但是毕竟我们在这新的会期第一次来，我们先掌声给他们两位加油哈，给他们鼓励一下。好，欢迎他们。现在请中油公司陈金德董事长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女士、先生，台湾中油公司很荣幸今天能够受邀到贵委员会来做业务报告。那么，以下仅就台湾中油公司的若干重大政策与改革计划，那么提出报告。第一个是因应五清官场的相关作为。那么，在高雄的炼油总厂，那么因为五清的关闭，那么相关的设施，那么已经停止操作，那么必须做处理。那么第一个就是现有的生产设备啊，那么包括异构化已经出售伊朗之外，那么另外相关清油列级的设备将配合政府的政策来寻找国外的投资机会。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油品输送那么的改善啊，那么因应半屏山的这个储油设置许可操作许可啊，那么将来尚有争议啊，所以我们将改善调整油品的输送储存体系，那么来确保油品供应市场的需求。未来将朝向建构北中南三区的临港供油中心为主的一个输送储存的供货系统。那么第三个就是现有高雄炼油厂的土地啊，那么将尽速来整治污染，进行相关的开发使用。那么第二个就是为了配合高雄市政府推动亚洲新湾区的计划，那么目前在前镇的储运所相关的油槽，
那么将迁移到高雄港洲际后柜二期填海新生地的这个地方，那么朝向规划成一个新的石化油品储运中心，那么同时也改善目前地下管线那么经过市区的问题。那么第三个是我们将分年检测现有的地下管线的锈蚀情形，改善更换老旧管线，确保管线安全。那么这个是为了因应过去高雄丙烯气泡造成重大伤亡的事件，以及高雄市政府所订定的这个有关高雄市环境保护管理之条例里面关于管线检测的要求，那么中油公司将率先那么分年分期那么做必要的检测。第四件是要改善公安，那么公安事件一向是中油公司的痛啊，那么不但是造成污染或者是民众的这个恐慌，那么所以公安的这个改善是列为首要的工作。目前我们采取三样措施，第一个就是将这个公安的问题归入这个总公司的公安管理处来管理，那么即将扩编这个自成安全组跟稽查组，那么将来就统筹所有的事业部关于公安问题的稽查、检讨、改善与预防。那么第二个就是加强外包承揽商工作人员的管理与要求，并且汰换这个相关有不良记录的厂商。第三个就是，那么造成公安事件的时候，单位主管必须负起公安事故的连带责任。那么第五件呢，是因应政府飞核家园的政策，那么以及民众对于空气品质的要求日益严格，那么相关的这个空污标准那越来越严苛，所以台湾中油公司将新建天然气接收站，那么改善现有天然气的运输系统，那么以因应未来国内可能的天然气需求增加的市场。那么第六是减碳措施，这个是为因应COP21 巴黎协定的关于这个减碳的这个要求，以及政府逐年减少碳排放的目标，以及因应现有的温减法的要求，那么台湾中油公司将针对所有的生产事业部要求改善制程与设备，那么逐年减少碳排放，那么并考虑在自营的加油站设置太阳能发电设施以及相关绿建筑，那么以逐年来降低碳的排放，以符合相关的减碳要求。第七是要提高绩效，那么将加强现行的人事管理以及全面改善所有的生产工厂的设备元件，那么强化维修与检讨所有的设备故障率，来改善现有的设备的生产能力，那么提高整个产品的产量与品质。第八是要持续提升加油站的服务品质，那么将加强加油站的环境稽查，改善加油站的服务设施，并利用现有加油站通路的优势，研拟多元服务与经营，来提升服务品质。那么以上简要口头报告向各位委员来报告，那么敬请指教。好，谢谢董事长的报告。接下来我们请台电公司朱文成董事长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承蒙贵委员会今天安排本公司就未来拟推动之重大政策及改革计划进行报告，深感荣幸。以下仅就未来拟推动之重大政策与改革计划做简要说明，敬请各位委员不吝指教。重大政策方面，稳定电力供应是首先的。因老旧机组陆续除役更新了，加上核一、核二厂两个厂用过的核燃料储存池空间不足，预计在106年备转容量相对偏低了。本公司已积极办理各项因应的准备作业的情况如下：第一个，为稳定电力供应，将持续推动需求面管理，包括时间电价、减少用电措施、需量竞价等负载管理措施，来降低尖峰负载。供给面则采紧急增购气电共生，延长大林30号机组的紧急发电时数，还有更新改建机组如期完成，借零火力机组延长服役，还有推动用户群代表需量反应，采购紧急发电设备，
的措施啊，一应啊尖峰。那另外一个，确保明年的这个夏季供电的能力呢，原则上夏季期间呢，从5月21日到9月30日不安排机组大修，并要求啊各电厂如期如职啊完成机组大修检修工作，并加强的运转维护啊，确保夏季的这个供电能力。另外，在再生能源开发方面，积极推动陆域风力、大型太阳能及离岸风力发电计划，除以建置约300,000的风力机组，还有20,000瓦的太阳光电系统以外，那台电公司还新建中的包括风力发电第五期有3.6万千瓦，澎湖低碳岛风力1.1万千瓦，还有离岸风力第一期的11万千瓦。另外为因应大量再生能源并网对系统之冲击啊，也将强化区域的电网，建置快速启停机组，还有规划新的抽蓄储能等设施。推动智慧电网跟智慧电表部件方面，智慧电网可以提升电力系统效率、品质及可靠度，并扩大再生能源及提高用户的参与度。台电公司将致力于导入智慧电网技术及强化电网相关的设备。目前智慧电表已完成全部高压约24,000户的部件，高压用户服务入口网站也在105年7月正式启用，并将在105年底啊完成了电表标准化，106年度能够完成，通讯模组化，还有第一阶段200,000户的 DRAMI， 后续将以具备节能潜力的用户，还有区域型，方式啊逐步扩建，在109年底希望完成100,000户。113年6月完成累计到达300,000户。那另外一个，加强核能机组除役跟核废料处理方面，核电厂除役除一运转的受其执行相关规划及作业外，台电公司已经在106年11月24日向原能会提报核一厂除役计划书，申请除役许可，目前正在进行核二厂除役计划书之编写及相关规划作业，将在107年12月向原子能委员会提报核二厂除役计划书，申请除役许可。另外，在用过核燃料的方面，在电厂运转期间呢，会退置用过核子燃料池暂存，中期则依循国际主流方式，采厂内干式储存，是未来集中式储存设施完工后，全部运至该设施暂存带最后的处理。民国85年以前，低放射性废弃物接送至蓝屿储存厂暂存，之后将暂存于电厂废料仓库，是未来集中式储存设施完工后将外运至该设施暂存待最终处理。在最终处理厂尚未完成之前呢，蓝屿储存厂的废料将以迁移至集中式储存设施的方向规划。在燃煤电厂空污改善方面，燃煤电厂衍生的空污排放问题，台湾电公司将朝下面的方向努力。第一个，新设的燃煤机组将以天然气排放的标准为目标，精进努力。以林口电厂更新为例，采用先进的超噪临界压力的燃煤机组，提高发电效率，使它的每一度的电耗煤量已经从0.434公斤每度降为0.366公斤每度，大幅降低了每度电的二氧化碳排放。另外，装置完善的环保空污设备约400亿，达总投资的30%，各项污染排放已接近天然气的标准。既有机组的改善部分，以台中电厂为例，客正积极推动二期彭氏室内煤仓计划，预计在110年及113年完成。那台中1号至4号机空污改善计划也预估在109年可以完成，皆可以对空气的品质有改善，具有正面的效益。另外，为展现台电公司友善环境的作为，在系统供电安全无疑、天然气存量足够及空气品质恶化之前提下，台中电厂均配合降载。在台风灾后抢修及配电地下化的规划方面，近年虽然连续遭受到莫兰蒂、马勒卡还有梅基等强烈台风侵袭，导致停电影响民众用电，但本公司全力投入复电工作，充分发挥相互支援的机制，紧速完成抢修复电作业。
针对政府与社会期许的和建议，台电公司虚心接受，并在未来努力精进。在降低灾害对配电线路的损害，短期计划以强化干线装置为主，包括检视现设置于海岸迎风面或开阔地质配电电杆，加强对地支线机装或缩短杆距等方式，强化干线遇强风袭击时的能够承受能力。那中长期的检视每次台风天然灾害常造成配电事故还有抢修困难的区段，评估符合干线地下化条件者，分期办理电线电缆地下化，以减少线路因外物的碰触、路树的压毁电杆线设施以及避免强风时线路脱落等因素造成停电的情形。在强化资讯公开方面，台电公司除企业网站首站设置资讯揭露专区，以客观易懂的这个庶民语言揭露六大面向的经营资讯，供社会大众参考浏览，增进对社会之沟通外，更积极推动资料开放作业。目前已开放的资料达98项，近期将开放六都各地非营业用户用电资料、售电资料，还有这个县市再生能源可并网容量等资料。除了网站提供资讯与资料供大众查询、下载使用外，台电公司将在更于今年的8月7号、10月2号办理2场黑客松活动，提供大众与电业资料交流的机会，并一起思考电业开放资料的应用。另外，目前正在办理高压 AMI 电力资料创意应用竞赛，更是希望以电力开放资料中结合台电业务执行经验与群众智慧，让电力资料可以有更多分析研究与创新应用的潜力，进一步作为节能、降低用电、尖峰负载等实际策略的研究应用，创造电力共同大未来。在这个积极推动电力技术输出方面，因应政府推动新南向政策，台电公司将以70年累计的经验，还有电力的专业技术，西进到中东，南向到东南亚，赴国外争取电厂运转维护与输配电新建等商机。除创造台电公司的成长，也将带领台湾重电制造业相关电线电缆业开创海外商机。目前已和沙电、沙欧地、喜电公司签署 MOU 合作备忘录，并派有技术专业人员支援，另请台积社承揽关岛电力局发电机组运维工作。未来台电公司可以配合新南向政策需要，与政府共同协助厂商承办海外工业区电力设施与新建，以及在当地的电厂运转维护、系统规划、输配线路建设等，扩大国际合作。在积极因应电业改革方面，配合政府修正电业法及能源转型工程，台电公司积极办理下列应准备的作业。第一个，推动公司内部长网分工达2年，以逐步厘清发输配售各业兼职权责及收支归属，并落实推动。第二，105年1月，组织正式转型为事业部制，将核心业务划分为水火力发电、核能发电、输供电及配售等4个事业部，以强化经营体制，提升经营效率。三，为因应电业法修法，本公司成立电业自由化因应专案小组，建构会计分离制度、电力调度机制与代输费率，提升发电与售电竞争力及组织转型等议题积极研议，以强化经营体制，迎接电业改革的挑战。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支持与指教，谢谢。好，谢谢朱董事长的报告。我们现在要进行询答。好，那委员质询前，原例做以下几点宣告。第一个，每位委员发言时间，我们本委员会委员还是8分钟，必要时的延长2分钟。那非本委员会的委员，我们就5+2哦，5分钟的延长为2分钟。那每位委员发言的时间就这样定，好不好？好，那下午3点30分截止发言登记。如果有临时提案的话，我们就4点左右进行处理。好，现在我们请徐有明委员质询。有请次长跟台电董事长哈，朱董事长。好，我们沈次长还有朱董事长哈。
委员好。哎，市长好哈啊，这个还有董事长好哈。其实我上次质询的时候，其实也希望市长了解一下，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刚才董事长的报告里面哈，台电董事长这边报告也提到哈，推动用户群代表需量反应哈。那之前谈的是智慧电表哈，那其实我那时候还问一个叫时间电价。当时问说啊，到底有多少户数？当时说啊，这个才刚做，可是你看新闻出来，大概就是501户，好，从十月就一个月的时间，当时是定目标是每月20000户，好，好，那我觉得就是说增加发电的多元性是一个更有效，好，我们发现报告里面很大的部分都在这里，那怎么让民众有节电？或是有效运用电的这个动机也很重要。那我想时间电表是一个很时间电价是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可是我感觉台电好像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啊。董事长，十月的时候多次限电，大家想说从来没想过十月会这么天气会温度这么高。好，所以那其实那时候是刚好很好的机会去宣导时间电价这样的事情啊。可是一个月你本来是希望每个月有20000户。所以你只有501户，好，到底是台电无心呢，还是说你们觉得这个事情不是很重要？不是，这件事情我们是非常的严肃的、非常慎重的一个推出啊，所以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的推动，计划了。但是呢，因为这个教育民众啊，需要宣导一个比较长一点的时间，因为这个现在的这个用户啊是住商的，就是我们一般住家跟那个小商店的。我知道你是针对这些的嘛？不，你看第二页哈，你说你们很严肃看待哈。我上你们网站看了，好，脸书只有一篇推广，好，那你们有做动画，好，跟董事长讲啊，这观看的人数哈，1277，这不是按赞哦，这是有去点的哦，一整个月，还是这一天，我就说。台电这么大公司，你刚才讲你们非常严肃的看待，因为我们这边很多委员的脸书，每天点阅人数搞不都上万、上十万。我说台电，如果你真的很觉得很严肃，而且很多人讲说他不知道，第二个啊，可不可以先试用一下？你们好像是一决定就是一年的期限，不能把它缩短吗？让民众觉得说啊，他可以先试用，这个对他整个用电的情况。对他电费的影响如何？这个因为哈，我们要这个推行这件事情啊，因为第一个要换电表，是吧？要换一个。对啊，就上次我们质询的嘛。对。哦，你的智慧电表的问题嘛。对，当然这里边有一些成本，当然另外一个效果哈，不是一个月。成本这个是谁负担？是用户负担吗？我们这大家一过本，我们公司来负担。嗯。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啊，一个一年哈是一个四季的一个周期。那这样的才能够真正能够显示出来，它装上以后有没有效果，啊，所以我们要希望它能够一年的周期，不是说这个月来登记，那下个月就撤掉，再来登记。那董事长你就不要定一个月要20000户嘛，对不对？你如果自己定个目标，而且我前面讲上个月只有501户，啊，这个差距非常大。对，我相信台电作为一个有绩效的公司，他绝对不会定一个20000户，然后做一个501户，然后觉得说啊，这无所谓，不是，我看着办就好。绝对不是无所谓。当然，我们这经过这一个月的这个，我们当然董事长，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重要。好，那我想跟市长讲说，这个事情不只是台电本身，而且台电本身来做，他会不会有动机？对他而言，发越多电越好啊，对不对？没有，节电这个对于一个发电单位，我不是说台电有什么问题啦，我只是从动机而言我想再问下一个，好，核一厂、核二厂除役的时期啊，我看到报道说，104年11月已经跟原能会提核一厂除役计划书，原能会可能在106年6月，就明年中，好，审查完成，好，那当然这搞不好不会完全通过，你可能会有些要求，对，好，董事长，那请问核一厂，你拿到这个审查完成之后？你到确实完成除役需要多少时间？有多少工作要做？25年，要完成全部完成，应该要从开始到最后是25年。我讲的是说开始除役是吧？开始除役、我想哈，我们这个是要申请除役的这个计划书，必须在除役的前3年就要送出。所以在107年是预定的除役，所以我们在104年送出。
是这样子的一个程序。那所以你107年12月前要向原能会提报核二厂，所以你预定什么时候？那我们是这107年，也是在他除役的前三年要把这个计划书提出来。好，所以你是，所以是核二厂是110年。如果照如期的话，110年。好，所以这两个，那从董事长你的评估，这个可以顺利完成吗？除役是势必要顺利完成，而是是不是、这个时间上的问题。那核三厂呢？核三厂什么时候去处理它？核三厂就是2025年了、啊，就是民国114年开始除役。OK， 为什么我会这样问哈？这个下一个哈，董事长，这个总统去兰屿哈，谈兰屿核废。好，那总统是8月的时候去过一次，8月15号，8月的时候讲了一次，8月15号亲自到兰屿去。那我跟你们公司调资料，那什么时候兰屿核废料可以搬走？好，你们说是要等这个叫做什么？集中式储存厂。集中式储存厂，对。那集中式储存厂什么时候会弄好？16年后，你们现在的估法是不是？那16年后，就算那时候真的有所谓集中式储存厂，16年后也要4年。内就是说，这个集中式储存厂完工以后，4年内完成兰屿储存厂核废桶之迁移，然后再需要4年来进行拆除的作业，所以16年加4加4，多少？24年。那可是现在这个所谓集中式储存厂有眉目吗？我们已经在9月底啊，把这个的计划书送到原子能委员会审查，送到经济部。Sorry。可是经济部回来跟你很快就给你了，是10月4号经济部收件了。经济部问你说厂址的条件需求与选址流程建议的机制要你们补。对，我们会按照规定，然后再。可是董事长，我觉得很有趣哦。啊，厂址的条件需求不是最核心的吗？你们讲不出这个厂址的条件需求是什么吗？然后长选址的流程，我想这是我们委员会最关心的，就是说你不要再跟以前一样用骗的啊鱼罐头，然后去变核废料厂。不是，绝对应该不是这样子啦。我知道啦，你们现在当然不敢这样做啦。可是选址流程，我想经济部会关心说，按条件到底是什么？你们到底需要怎样条件的地方？然后你当然还要跟当地的居民沟通，还有个选址的流程。啊，这个都没有眉目吗？这个如果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16年哦。因为很长，因为16年哦，各位，我不说你们不在了，你们可能不在这个位置上面了。好，16年再加4加4，24年，我现在很担心兰屿核废料还在那里啊。说16年好，可是你16年，你这边讲，经济部也说你讲不清楚，更可怕的是什么？这是你们的报告书，对不起，这一本《放射性废弃物最终处置应变方案可行性研究》，好，这是你们的吧？你知道它里面讲一个东西很有趣哦。如果集中式储存厂属于最终处置设施之应变方案，因此若本计划最终决定无推动之必须，则将回归各电厂中新建放射性废弃物储存设施，以进行中期储存。也就是说，我如果这个集中储存做不出来，没关系，反正各核电厂里面现在已经在盖干式储存，可以继续又放在那边用。那我想请问，好了，3个核电厂，你前面讲除役期程都有，我全部都把它变成核废料厂，那兰屿的怎么办？这个我想，我们应该是会，应该会致力啊，尽力的完成这个集中式储存。不是，我的意思说，你们讲的这些时程都太远了。总统都去道歉，可是跟各位报告，最快24年拆掉，24年，比方说24年，我也不太清楚我们都在哪里了。啊，谁跟这些兰屿的居民负责？谁为这些承诺做负责？然后这边讲啊，集中式储存失败没关系，回核废电和回核电厂，3个核电厂都有干式储存，全部都放那里。等到什么最终储存想出来再说，是这样子吗？应该不是了，我想应该是只尽力的这个找到这个其中是储存的不是啊储存厂。
我的意思说，这些时程都让人家觉得不确定性很高，好像在解决目前这些纷扰、这些大家的不满而已哈。问最后一个哈，95亿，你们好像有个计划，本来是说要用租的，现在要用买的，用95亿购买2部新机组放在大潭电厂，来解决明年6月的这个限电或缺电的问题嘛，是不是？不，这个是哈，我们考虑了很久以后啊，就是说先买这2部啊，是一个负循环的前面那一段。我们先在这个应付紧急的用电的所需啊，但是呢，过一阵子我们没有时间的时候、啊、就把后段的汽轮机要补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负循环，所以不会说 okay, 董事长很有趣哦哈，这边讲说你们要买这个，对了，你是单循环紧急发电计划嘛，对不对？95亿一分钟哈，2部，那这95亿干什么？他说因为这95亿2部哈，可以抵1部核电的发电机组啊，没有啊，所以代表你说核三2部之外，这一部再算进去，算核底核。没有，我们不晓得这个谁错的，我怎么可以这？有可能吗？容量不一样，容量不一样。我们只是买60万，对，我的意思是说，如果95亿都可以抵的话，那干嘛盖这些核电厂啊？没有，没有这个。干嘛盖几千亿的放在那里？没有。然后现到现在遥遥无期，跟蓝宇人说道歉，然后结果说24年后。16+4+4，这是台电的解决方案吗？不能更快吗？我们尽量的努力，我想应该不是，我们是以负责的态度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考量到所有的施工还有申请的一些各种程序，因为这种啊很多的这个法令在董事长，我意思说这个部分哈，我想我们委员会很多委员都很关心呐、啊，以后能不能更清楚的把时程拿出来？哦、不要说最后这个集中储存没办法，没关系，连经济部都对你们不满意，厂址的条件是什么，选址的流程是什么，都交代不清楚吗？是是是，好，谢谢，好，谢谢委员。好，谢谢徐委员咨询。委员，今日一个好不好？这多啦，哈。请王惠美委员咨询。主席有请次长跟台电的董事长。好，我们请沈次长跟朱董事长。好，委员好。次长，到底会不会缺电？会不会有供电的危机 ？A 还是 B？ 要竭尽所能，然后竭尽所能就是有可能了啦啊！稳定供电。所以最近中小企业在跟我讲说，哎，我们在那个备载容量238的过程中，都有通知他们可能要做适当的处置，是没有错的吧？对吧？这个应该是啊，假使讲真正那个备载容量低到一个百分比的时候。要先通知嘛，先告知嘛，才袂出状况嘛，对吧？对对。哦，即摆大家心惊惊哈。没啦，还是我要到那个条件才会通知啦。哦，最近已经有通知过了吧？对吧？没有吗？啊，不会的啦，啊，不会。要不会啊？没啦，嘿，步骤等下写了而已，那个大家就惊啦。再来，我们董事长，我看你刚刚在回答我们徐委员的话，有一点迟疑呀、啊，合一合二再除以呀、啊。有一点迟疑哦，你是不是要跟他讲说除以很简单啊，可是我后面缺电问题更麻烦啊，是不是啊？ 我看你好像只有差没有讲出来啊，我看你那个今天的脸哦都很严肃，哎，不像你以前在当总经理的时候啊，来的时候董事长在那边，我看你都满脸这个很开朗的样子，我看真的最近问题不小哦，是不是？不，我想这个如次长所说，我们会尽全力，能够啊，绝对应该要避免这个缺电的这种状况。要避免缺电，能不能完全？你们现在的这个缺口啊，补到什么程度啊？因为已经预测到明年呐、啊，供电黑暗期已经迫在眉梢了，对不对？是，不能说迫在眉梢了，但是我们刚才讲的，包括紧急的采购的发电机了，还有一些负载管理方面，都是努力。好，采购发电机，它明年就可以了吗？明年应该装设就可以完成了吗？7月1号希望能够完成。希望嘛，如果万不得已啦，5月又开始大乱，啊，都挂掉了，对不？我们又要再负担那个风险，是不是这样？我们这个60万的话，这个占的比例还是比较少了。对呀、啊，这是就我们是这其中的
一个方式嘛，哈，是一个方法。好，我想政府最主要还是要让民心能够安定哈。当民心不能安定，也不能让民众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哦。我觉得这是政府最基本应该要满足民众这个安心的这个部分哦。我希望你们这部分继续努力哦。另外的话，台塑麦寮六氢电厂的这个执照，明年六月要换照，对不对？听说。听说了嘛哈，但是地方选举又即将遇到哈，然后呢，地方好像对这个深美的意见非常的多啊。那现在你们政院有的官员就开始在担心了、啊，明年如果麦寮换照不成啊，又是另外一个隐形的炸弹哦，因为麦寮的电量发电好像占总电量的几趴，5%、6%。如果要占尖峰的话，大概6%到7%。相当于一个核能厂哦，超过，对不对？那等于你核一核二不能用的状况之下，又少了一个麦寮啊！我看你温死了你，没有那盖罐，你现在再买几座来得及吗？来不及，有没有？有办法？你别再讲来不及啊，对不对？那你怎么去协调？有没有办法协调？还是到时候丢给我们环保署，叫环保署去协调？这个、我越听越紧张呢，我替你足紧张的了，怎么办？这部分跟委员报告，我们会尽早来协调哈。尽早协调，只有这样回答，因为也无嘛无报啊。这样呢是部会之间，因为人无要听恁的专业，恁给因建议，因都唔听，对不？没啦，大家来好好瞧啦。好啦，我看恁最会沟通的政府哦，真的哈、哦，你们这样，我们。不是在唱衰，我们是把问题提早告知你们，快点去处理好。因为一旦大家台湾过去投资之所以很好，是因为我们的电，对不对？是以我们一大利多，人家肯来投资。现在连电都不稳定了，那个外资真的会吓死啊！不要说外资，连我们本土的投资都完蛋了哈。再来，我们最近中部的地区紫爆严重，非常严重啊。那彰化地区是雾茫茫啊，民众都很纳闷啊，台化停工了之后啊，怎么污染还是没有减少哈？那我要请问部次长，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这部分还是要去找出整个的这个污染源。我跟你讲啦，还有一个啦，很大的那个啦，污染源啦，叫做外境外移入中火啦。还有那其中之一啦，还有十足的燃煤机啦，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在2008年啊，被碳监控行动组织啊列我们这个二氧化碳是世界 排二氧化碳啊的量啊是世界第一名呢，拍听了。那你知道为什么中国的这个污染一直是我们中部地区民众的梦魇啊？知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式？以目前来说的话呢，我们也现在在检讨哈，未来燃煤机组我们用。超超零件的部分，最主要就是你们的这个机组老旧啦，对，已经有到27年的啦，最年轻的还10年的啦，对不对？那像那个我们最近在林口发电，林口电厂啊，我们用了一个叫做超超零件的，对不对？燃煤火力发电机啊，哎，听说这个已经可以减少低于我们政府标准的50%呢。那我们是不是尽速去把那个老旧的汰换掉，还给我们中部民众一个干净的那个，好不好？这个委员报告，台电有在努力啦。啊，当时要做，我会努力的，我会努力。有啦，有一个 schedule， 有没有什么计划？有啦，你忙到时阵拢停电停了了啊，企业都出走了，你才要开始做呢？没啦，那是没武器了。没啦，没安尼做啦。没啦哈。好，再来，我看你们经济部最近有松动哎，好像我们这个太阳能光电啊，连违章建筑都可以耶，是不是？是不？主要是安尼啦，各位，大家一直在强调给讲，未来咱再生能源里面，太阳能大概20吉瓦，啊，20吉瓦来对，哦，大概地面的这个好像也是不得不的啊，哈。因为现在真的是你们所有的核一核二，包括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个麦寮等等，都有可能会停电啊，也不得不快点推这个区块。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要在违章工厂上面可以来用太阳能吗？对啊，哎，结构还安全呐，哎呐。好，我现在要跟你讲，高雄101年通过
103年开始让人家合法申请吗？对不对？到现在有21栋合法。那我看现在好像桃园也有意愿，我是希望太阳能光电应该是你们的业务，对不对？是。你们是不是应该要去推，站在中央的角度去通盘考量，制定一个全国统一的标准？这个我甲委员报告，我有哪有在思考，就是要定一个迄个结构安全这项的。啊，无你嘛爱在恁的相关的政院会议里面，你要提，是不是我们现在新政府开始要申请执照？建筑执照，你就要给我规定，一定要有太阳能装置，要有节能减碳的装置的嘛？能不能？有咧叫能源局咧检讨这个代。啊，不，我快挂掉了哦，啊！我也来努力了。再来，我再请教一下，我们杨次长好像刚从印尼回来，对不对？哎，一堆印尼回来。我们好像是不是要把我们的武器呢、啊、复制到印尼过去？有啊，无？大概有一寡所在有兴趣啦。因有兴趣，你嘛有意愿就对啦。啊，个会当个再利用啊。好，那现在我们武清过去是只是把设备转售过去，还是跟他们有合资的开发案？是一概都不会断，还是对他们的产业会有后续的？我讲这整个都是 open mind 开放的心态。现在还没有确定。对，所以到现在到底跟印尼对咱的国家利益最大，只是他有意愿，我们也想卖啊，就这样。目前的阶段只有这样而已吗？是不是？啊，来得看对一个对咱国家的利益上大。好，我们还是希望哦，如果说是只有一次的交易的话，在对台湾的这个石化产业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只是把所谓的闲置的东西再利用而已。那我们是希望选择了你们既然要南向，是不是把这个也放入你们南向的一个重要的，能不能有相关的产业链到那边去解决台湾的一些问题？业界我那有期待哦，这个我们希望多来努力。再来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也很担心哦，因为中国跟俄罗斯现在有个中白工业区啊，大陆是把整个的产业，包括中国、德国、俄罗斯30多家的企业全部都并进去哦。我现在很担心我们南向的一个过程中，对于中国大陆的竞争，你们能不能保证印尼不会动摇？啊？这是安尼啦，南向这个物件，这是各地。就这个案件，我们现在跟印尼两个都有意愿嘛，中间有没有可能又来了一个程咬金？啊，这每一个国家，那你们如何提出你们的优势来？这个我们还是会来衡量地区的一个策略的布局。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我再问一下董事长，你的这个上任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要把我们的这个那个中油南迁嘛，哈，是不是？这个中油公司现在目前已经登记在高雄的南，没错哈，但是实质上班还没有吗？登记在那里，相关的国税就缴在高雄，钱而已嘛。那是这样就结束了，还是怎么样？还是还有下一步？我们在评估当中，在评估当中，我希望你们在这个整个政策的考量中，务必要把中油现有的员工的家属以及孩子就学等等的问题，你们一定要跟人家考量住哦。好，不要造成人家家庭失和，然后离异，到时候很多的问题产生哦。是，好不好？好，那再拜托了哈。以上。好，谢谢王委员哈。王委员，我去高雄17年哈，我甲阮翁的感情愈来愈好。嘿，我要问的问题，你先替我问啊，咱方向较无同哈。好，多谢。安尼，咱请陈明文委员咨询。主席，我们请处长。好，请处长。市长，你安尼拢无甲我惊咧，伤紧张，今仔日较紧张。是嘞，歹势啊，委员好，嘿。好，市长，我想上一周最重要的全球的议题，大概就是巴黎协定了哈。你应该这个非常清楚哈，巴黎气候的一个协定哈。是。那巴黎气候的一个协定是已经签了一年了哈。对，我们台湾经济部有没有什么比较具体的处理方式没有？大概
跟委员报告，平常讲今天我们的7:30我们的早报啊，我们就在谈这一块，嗯，就是因应这一个巴黎气候协定，那大概经济部这边有几个方向要做，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在整个呢在能源产业这一块，哦，就是台电这一块，哎，以及在工业类别的部分，大概就是工业级。那再来就是牵涉到商业服务业，就是商业师，大概这三点都要来注意。啊，我想讲要找时间，这一年了，其实刚刚除了你现在口中讲的这个这些具体的做法以外，事实上我们还没有看到哈，过去这一年来有具体的做法了哈。今天我听到的是第一次了哈。那我今天只是要提醒的，就是说这个我们去年也完成了温室气体减量法的一个立法哈，温管法。那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说，我们大概温室气体排放量前十名哈，嗯，第一名是台电，第七名是中油哦，这两家就是我们的国营事业。是。那第三名是中钢，第五名是中农钢铁，中农钢铁也是我们换关股，是哦，都跟我们经济部有关。是。所以我特别提出这四家哈，四家 是跟我们经济部有直接关系的，是。所以我现在要问的处长就是说，我们台湾的温室气体的一个减量责任就在我们经济部哦，这一点你能否认吗？这个我们也体认到这个事实，所以我们现在要加快脚步。对，所以我看哦，就是这四家公司的温室气体的总排量是就超过我们台湾温室气体的总量的50%啊，哈，所以。所以我们看台电董事长，这个我们的发电厂的排放量，这个台中发电厂的排放量就占我们台湾的温室气体的总量的 17.5%。 那兴达发电厂也占了 8.84%。 就这两家，这两个发电厂就占了我们台湾温室气体的 26%。26%，这算是相当高哦。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温室的气体减量已经是全球的共识了。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说，那我们要怎么去让它能够继续减下来？这个有没有具体的措施？没有，那个台电部分。首先啊，当然就是说，政府也推动这个再生能源占20%的一个政策，那属于我们台电公司的责任的部分呢，我们会努力的达成。那另外一个就是增加天然气发电的这个容量，是吧？那这样子的话，这温室气体会减少一些。但是呢，好比说像台中的话，现在有十部机，但是呢，我们未来的1号到4号如果除役的话，那可能要这个改用更效率更高的机组。那未来呢，短期之内呢，会加2部这个燃烧天然气的这个负循环机组，这样的话，逐渐的会有一些改善。所以你的意思是，这个温室气体的减量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尽量去减少燃煤发电机组啦。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增加效率，就尽量去增加我们天然气的发电机组啦，是不是这样讲？就是不是这样讲？这个里面有双方的，一个是供给面，一个是需求面。好，供给面的话，我们希望这个结构上面有些调整。好，就是目前呢，哈，就是说我们中油天然气的接收站是有两个地方嘛，哈，是，陈董事长。是不是这样子？是台中港还有高雄，永安跟台中啊，永安跟台中，跟台中嘛，哈，是这两个嘛，哈、嗯。那目前现在观音的这个桃园观音的这个观塘工业区，哦，那么现在第三座的天然接收站已经开始在推动了吗？我们这个依照这个经济部的指示啊，已经在筹设当中，已经在筹设了吗？相关作业。现在到什么阶段？你具体说，讲清楚一点。目前因为跟规划设计在进行、啊、那么另外的这个并购事情、啊、也在进行。我想你要很清楚哈，就是说第三接收站基本上哈是应该要因应2025年的辉和加盐的计划，是应该你很清楚嘛哈。那现在从现在开始算起，一直到2025年，剩下多长的时间，你知道吧？你来得及吗？啊，你到现在为止，等于我们到目前为止只有规划设计完成哦。现在什么时候要发包？
这个我们已经在进行这个标约的这个阅览了哈。那因为除了不止2025了，因为因应台电大潭发电厂的新的机组啊，那么它在民国111年、112、112年、113年就陆续有新的机组要启用，所以那个时候就要供应这个天然气。这个跟你无关了哈，这我们是站在这个。我们经济部台电的立场上，我们是要因应2025。今天我是觉得在国民党的时代，为什么把这个第三天然气的一个接收站给中油去做？我不了解，我一直到现在都不了解。因为事实上，哦，事实上，如果直接给台电去做的话，我想从台电的第三接收站的工程，联合你未来的发电厂的话，事实上一次，哦，那么去做的话，应该可以掌握。的时程，哎，2025年是可以完工的，没有错吧？是可以完工。市长，是不是这样子？对。那为什么当时这个会给中油来做这一件事情？当时的考虑是什么？你知道吧？因为那时候已经考虑到说，那时候中油已经盖了两个接收站的经验了，所以就是。由中油呢就继续。我不了解为什么当时会这样讲哈。如果说我们从中油的106年的这个预算，天然气的成本，哈，是1815亿哈，嗯，那销售量啊是180亿3900光平的话哈，那它的销售额是1992亿，也就是说它一年里面它就可以赚到177亿啦，177亿哦。那这一个第三接收站的总工程大概是600亿嘛，没有错吧？我甲委员报告，即马给讲起了后啊，买的时候，台电买使家己去买，噶唔是？啊，重点我就要甲你讲安尼，就讲台电去甲伊买，去甲中油买嘛。啊，甲买我甲看，甲算算的这数量啦吼。直接出去外面买啊？出去外面买，伊会当去买。哎，台电家己去买啊，迄落系天然加速。啊，你啦，啊，我今日要甲你讲的意思是讲，第三天说，天然气的接收站就在观塘工业区。对。哦，啊，都底下。对。做好了，伊就是你台电就是伫边啊。对。去迄两个发电厂。对。啊，直接就是要食你第三天然气天然气的就是下加速归下发电的嘛。对对。没有错吧？对对。好啊，如果说这个地方当时啦吼，啊，你免。免伊做来买，即摆我来甲算算个，你安尼是，你台电来甲中油买，安尼占的差不多总这个总量大概有62.5%啦。嗯、所以甲算个，你一年台电来甲中油买出，爱做要赚100亿啦。啊，我算算个讲吼，徛伫台电我的角度，我来算讲，啊，那这100亿，就六档就回本啊，不是吗？只要我甲委员报告，董事长，董事长来，朱董事长。当时你也是总经理了，你为什么没有力争？天然气第三接收站由你那个台电来做，为什么没有？我们那次公司到今天为止，我搞不懂原因何在。对，我们公司在当时是集合了全公司所有的单位的力量，极力的力争。啊，最后为什么？今天我看到的预算哦，我就开始奇怪。啊，你就当年要编在预算去甲中油买。啊，当时你来那个，我是觉得很清楚的，就是我们第三接收站最主要就是要供这个天然气给台电来发电嘛，不是吗？那我就不觉得说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当时是有没有什么这个因素存在哈？安尼唔洪灾的诶因素，这个一定要给中油做，有没有这回事？这有没有？这我就我个人不大了解，你就不了解。啊，处长，你知道吗？啊，迄阵这个代志我无参加啦，所以我个较无知影这个。我来算一算哦，未来每年，我想我们大概这个台电就要负担100亿啦，吼，起码这个成本都爱伫咱一般吼民众的身上了，对啊。这一点哦，我是觉得说，这个国营事业互相安尼卖来卖去的这个结构啊。
实际上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了。政府应该把真正的利益哦，应该还给人民。我是没当搞，搞不清楚说到底是在搞什么因素了。我是没搞委员报告一下，就讲迄阵的决定是讲，这个接收站啊麻烦中油来起，但是去买这的天然气是台电买，使家己去买哦。哦、所以应该是袂去用探一手哦。我当然懂啊，但是他跟别人买，当然是就近就跟这个中油买是最快啊，不是吗？就在旁边啊。嘿，听说你直接去源头买，对啊，他袂去用北上。好，最后一分钟哦，我想要请问啊，就是说我们都很了解哦，现在基本上我们尽量要这个要减少燃煤的发电机种啦，但现在。这个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基本上现在有不同调的问题了，哦、不管基本上咧中华的问题，或者是这个分林哈，2017哈、哦，他们都知道就到期的这个问题。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地方政府的自治条例跟你中央现在不同调，你基本上他巧立也在给他干单共解不？你要怎么处理？这个代志。经回是环保署去处理这个自治条例的代志，啊，但是这回我已经要提早来跟环保署这回来跟地方谈。环保署现在是从环保的一个方面哈，去说啊，你的排放量你要符合环保标准。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的是，从经济的一个角度上，是你现阶段生煤问题现在是不可能进。你现在要怎么处理？你要有一套办法出来。到现在为这件问题闹得安尼沸沸扬扬，我看经济部基本上都没有态度啊。无，这我会来跟环保署讲，徛伫，我那爱徛伫地方的角度来思考。上一次我已经提过，我是希望这件事情哦，你们能够谢谢委员长提醒，我们不需要这个事情拖太久，好不好？好，来协调。好，谢谢。好，谢谢陈委员。委员，我叫艾丽，今日累着咧。谢谢，外延年益寿。来，我们请高志鹏委员质询。主席，是不是有请次长？好，请沈次长。次长很紧张。好，我们委员好。哎，次长，我刚刚本来应该排第三个，后来跟陈明委员换，后来发现他也在讲这个10月4日这个巴黎协定生效，现在有点后悔了哈，所以就本来可以在他前面讲啊，所以本来第一个就要问你说，10月4日哈，上礼拜五是什么日子哈？他已经等于跟你打过 pass 了哈，也知道这是巴黎协定生效，就是上礼拜五的事情了哈。那这个气候变迁，这个全球的大底哈，之前哈，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的，即便台湾，不是联合国会员国啊，没有参与签订的哈。那最近有部纪录片叫《洪水来临前》哦，是里奥纳多·迪卡皮欧啊亲自拍摄哈。那里面这个纪录片主要是强调说人类。没有多少时间的哈，是洪水来临前没有多少时间。那相对的，台湾即便没有签约啊，不是会员国，也一样是没有太多时间，没有什么时间的了哈。对，啊，我们也不是像上午讲的说像川普如果当选，他有可能呼呼而不成功，不遵守巴黎协定的哈。嗯，那看来院长也在最近有。来提醒说各部会哈，啊，行政有要求各部门哈，要在上个月底要提出温室气体的减量政策。是，刚才陈明委也提过了哈。是，整个看整个的比例哈，来看哈，当然交通部门哈认为说他要推电动车普及了哈，农委会说要造林推动沼气哈。等等，那其实最大宗还是经济部，不管是我们用看怎么分类的，人员部门哈，是，或者说工业部门哈，是，其实共有东西啊，刚才陈委员讲的那十家公司，其实整个怎么看，这些几乎全部主管机关都还是经济部门，对，从台电啊、台塑哈，一直到第七名的中油啊，其实啊都是。
主管机关都是经济部，所以经济部其实坦白讲，啊是就是你要负责的哈。是，啊，连经济部啊，第像台电就占了37.36%哈，中油占3.48%。那我们当然也注意看了一下今天两个公司所提的计划，当然多少提到一些的哈，只是啊，中油还有特别提了一个节能减碳的方法哈，然后特别去提到说要配合一个绿能加油站哈，加油站的绿能跟节能设施哈。那台电是讲到它的蓝莓电厂空污的改善，是。但事实上台电其实应该啊，不是只是就所谓蓝莓电厂而已，应该整个啊，就你们占了将近40%的这样的一个排放量哈，其实是。应该还要有更多的以身作则哈，才能够配合这样的一个这个能源转型跟减碳的措施了哈。就是我们看到台电104年的电力排放系数哈，排放系数大概就是分子是台电公司的净排放量减掉台电公司净发电量分摊的限损排放量，分母。是台电公司的净发电量减掉台电公司净发电量分摊的限损电量，啊，这个系数了哈。102年是每度哈排放的0.478公斤的 CO2， 啊，104年反而变成0.487，从0.478变成0.487，不减反增，好，所以。你现在都要推节能减碳，就台电来讲，还说这个已经做了很多哈，包括这个报告的第四页里面提到说这个新设的蓝莓机组哈，什么以林口更新计划来讲呢，哈，什么什么做了哪些努力，各项排放标准已接近天然气机组的标准，如果说这样是已接近的。结果我们看到的这个排放系数还不减反增，它是表示什么？是没有效果呢？跟委员报告一下，嘴巴讲讲而已。啊，这个就是啥呢？他都要带点那共给个目标了。我看这两份报告里面都没有提到，稍微有提到了。但是，如果在我们讲的啊，尤其台电啊，它又是啊这个国营事业啊，一家公司就占了全部的将近40%哈，37.36%占总排放量。那他不会只是这样写小小一段，而且还跟你讲说已经接近那个天然气的机组的标准，一个做就追啊，做就追，结果排放系数不减反增，啊对，天然的环路啊，是的，结果是可不可以给个目标哈？承诺那个我搞委员报告，可是讲起码来讲，以未来这太旧换新家，乔德会朝第一个是。超燃煤基础网超临界，再来呢，整个能源配比未来2025这个部分，燃气基础占50%，燃煤占30%，然后再生能源占20%，所以整个在整个标准大概都在了，配比会朝这个方向，而且甚至于会加快脚步。他讲说改善现有基础，以台东电厂为例，结论也是说109年完成，可以对空气品质改善具正面效益。弄够一年吧，你总要给个数据吧，给个目标吧。有啦，这有的加快脚步在做，嘿。要明确一点啦。好，你这交通部，人家交通部自然预估说，2030前碳排放量必须要减少23%，但是也承认说这个都还没有达到联合国的标准呢。你经济部到底定什么？都要跟我去交通部负责个呀。你不怕给个标准啊？哦，要减毛做？接管的来第一个，你讲是飞鹤家园是讲就能源，就这些。家是从配备比嘛，起码是电力的角度，对，电力的角度安尼行刷了，我的工业产业结构也要跟着调整哈。钢铁、石化、水泥、造纸、人纤，那可以看到呢，像石化的话，我们这个量在外，高值化的部分留在。国内哈，你基本上反正你如果有个期末考，分数就是规个拢你爱负责啦。
不管是2030，不管是2025的这个废核家园，高雄检验标准其实拢你要负责任。行政院是讲好，各部会拢大家拢来。拢来参详，都请提对策。有，阮会起码叫环保署，恁几个头几个负责。好，环保署遐定一个标准，阮会照迄个目标来配合，嘿，安尼。哦，是啊。是。问一个问题哈，这个是。从电力法修法哈，我就强调说哈，这个是能源的一个转型正义哈，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了哈。是。那现在当然已经拍板定案，说是只是啊这个啊绿电先行哈，那到底？他还是有一些问题的，我简单问一个，比如说电力法第七条行政院版里面他讲说电力调度应本于安全公平公开经济环保及能源政策为之的，他其实是有点空泛，尤其这个环保，这个环保你们要怎么去定义？如果单纯用碳排放来定义的话，那核电 也符合环保，所以这个是不是要再明确一点，不要留下一些留个漏洞。那个跟委员报告，那个我们考虑到新进来的能源要考虑到排碳系数，对，这个要写清楚、主要考量。好，这关也来注意。好，那当然有提到说，就再生能源来讲，职工要自己拉线，成本比较高，希望代输是可行。可是现在条例没有任何一条规定说，未来再生能源发出来的这电力可以优先并网，只是说得利用，我们看到那个第四十五条在这第二项，再生能源设备电源连接电力网者，得透过电力网转供电能与用户，得一副的是欠债，买些新不到一块的，他没有任何优先的，你没有优先调度就没有市场了，这边赔了，可是各国都一样了，好，所以新北考虑能够有一个再生能源可以优先并网调度哈。我甲委员报告一下，讲阮会台电只会进以当地的迄整个线路的馈线，台电会尽量来配合，配合表格优先来。台电嘛，讲尽量我就听下就烦恼，就是尽量而已嘛，得嘛对吧？我跟你讲了，就是这个观念了，没有优先调度就没有市场了。所以恁今天柯鲁公你看下个呢，到时候如果实际不管是这个台电的本位主义，或者是它就是有一定的限制，你只要没有规定它优先，它到时候就是现在打开龙港换的时候我们现在讲说什么这个绿电优先这个什么这个绿能先行那这根本没办法落实的啊。所以这个报告朱董事长。有时候你们还自己要注意一下哈，卖光完了应付哈，没了，给起的话，委婉到时候包括这样讲，2025这个废核家园的那个，当然要占20%这个搞不好到时候也跳票，我们应该参考这些其他电力自由化国家的这个比较运作已久的这些国家他们的调度规则、费率计算方式要拿来参考了。好，你讲一视同仁，因为你看光是条文看起来是得，你跟我尽量配合。好，这鳌拜这观点来注意，都会是问题的，都是人家说土法不足以自行，也不是说我们今天修了这个法以后好像就有交代了。到时候如果到时候这些目标达不到的话大家都是罪人，好不好？请照这几个方向来规划。委婉敢提醒这观点来注意好，谢谢市长。好，谢谢委员，谢谢。好，谢谢高委员。继续，我先宣布一下哈，我们在张立善委员质询完以后，趁委员还在，我们就来处理临时提案。好，那我们现在先请林岱华委员质询。主席有请次长跟台电董事长。好，我们请沈次长和朱董事长。委员好。好，来，次长跟董事长，那我想本席啊，针对这个防灾型这个电杆地下化这个工程，这是既定政策。那这个公共工程委员会在11月1号的时候也表示。请经济部及台电在3个月内完成具体的规划，而且呢，预定在台电的预算中投入3年70亿，用以资应防灾型地下化工程。那这个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委也强调，宜兰花莲
台东及屏东啊为第一线受封面，将会优先办理。那所以呢，这个未来为防灾需求提报之地下化工程啊，将由台电预算全数支应。好，那这个次长，停电的损失啊是全台受灾，地下化也应该要越快越好。各全国各地的施工啊是不会相互影响的。好，虽然在这个公共工程委员会，他在这边宣示是以这宜兰、花莲、台东屏东为第一线，但是本席认为，这既然三年70亿，那当然也应该全国去评估。以我高雄市来讲，我们也可以算是受灾严重、好首当其冲的一个县市。好，所以我不晓得，对于同步进行地下化的工程，市长这边您同不同意啊？我看这样跟委员报告，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呢，会请台电呢去做整体考量，哦，看对一搭诶，这个所谓常常受到这个风灾的影响的这些所谓的这些架空线路啊，去做一个盘点。好，那我请董事长说明一下好了。我想，并不限于哪一个县市啊，哪个地方这个对这个在台风的时候啊造成的损害最严重，那我们那边呢优先办理。好，来次长跟董事长，我高雄市11个行政区电线地下率已达85%，那台电呢公司你调查莫兰地以及梅基风灾高雄市辖区停电的户数及断杆这个案件最多的地方在哪里？古山区、阿莲区、燕巢区、茄定区、六龟区、美浓区，然后呢，你们规划这几个区啊，要明年到109年，也就106年到109年的时候呢，预计办理的路段21公里，也就这几个区2、4、6个区21公里，然后呢，你要花4年的时间办理，你觉得我们受灾这么严重？然后我要21公里，我要在4年结束，就为了抢你这3年70亿，你觉得这样对我高雄公平吗？这个董事长，你讲话吧。我想我们会尽量的再多增加一些经费啊，能够尽快。本席要求2年完成所有这6区，这都是你们给我的资料，我没有自己去特别的去收集资料，这都是这6个区是你们台电提供的。好，白纸黑字提供的。好，那21公里也是你们规划出来的，说4年也是你们说的，本席不能接受。已经现在收在断了，已经就翻会在那边了。那难道是说好现在断的部分我先把它架设起来，然后呢这4年当中我再给它埋下去，还是说这当中呢断了之后就让它断了，让它没有就是都是处于黑暗的状况。好，然后呢我再等4年再慢慢的施工。这没有道理吗？一次到位2年，这个董事长承诺吧。我想这个我们尽力，所有的这个都尽量在这个短时间。好，等一下会做成临时提案，您就照着做。好，再来，缆线地下化工程最重要的过程，是需要在原设置于电杆上的变压器移设到地面上，那找合适的位置非常难找。那所以呢，多数的居民啊，不希望变电箱设立在店家或住家附近，这是地下化最大的瓶颈。本席能力有限，智慧有限，所以我请你们审慎评估，用减免电费或其他诱因。好，我想请你们审慎，或者你这个防灾型的这个电缆地下化不可能成功啊，因为你除了在偏乡。好，真的山地乡，好，整个山这个都是山林的地方，否则你像我们这个像我们在这个刚才讲的这6区，六龟区，这个美浓区美浓区六龟区，像燕巢，它也有群聚的地方啊，有这个乡村的地方啊，对不对？所以说，我是觉得只要群聚的地方，那有民众这样提出对于你这个变电箱，那你就得要落实我的这个施政目标。那你怎么落实？你就提出诱因啊，你才有办法让你的政策目标落实啊。好，所以我是觉得请你们审慎评估啦，是 好不好？董事长，您觉得？好的，我们回去探讨这个问题。对，减免了，以减免电或其他诱因来鼓励民众，同不同意设置电箱？是，好这件事情。好，那经过这个，好，那董事长你请回。那次长，
这个有针对这个电业法的修正啊，那既要非核减煤降污，又要节能、绿电，而且还要维持不缺电不涨价。这个次长啊，您就经济部立场有没有信心达成啊？又要不缺电不涨价、但是你要达到我的目标，非核减煤降污，又要节能绿电。这个是社会的期许，所以我们要竭尽所能啊，来符合社会的期待。好 ，OK， 那你要降低燃煤率，电业法这边啊，你们这个行政部门的这个降低燃煤的比例是降到30%，是，而这个绿色能源的配比要提高到20%，是。那根据国际能源总署2015年啊去年的资料，发展绿能数十年的先进国家德国，它也不过提高到20%，英国14%，荷兰只有8%哦，绿能美国低于6%，日本不到5%。所以本席啊，对这样的政策目标，我当然100%的支持。是，但是重点，我们政策规划的永续性跟可操作性这件事情是要很务实的，不是空口说白话画大饼而已。是，所以你的人员已经经过绿能发展数十年的先进国家，去年的资料，德国也不过是达到20%。那当然，本国在这当中，我们一下子在2025年要达到非核，现在2025年，现在是2016年，还有9年的时间。好，所以你这样，这个您要如何把绿色能源的配比提高到20%？你具体的计划以及几年达成？那降低燃煤的比率又要到30%？好。那你预计要多久的时间？会不会重点本席要提醒你的，会不会影响到我现有的燃煤机组发电而造成缺电？包括你大部分现在都是燃煤机组，那你在达到这个你要撤换跳这个转换燃煤机组的时候，那你这个可不能有，那是我们政府的事情，台电的事情，你可不能让它有缺电的、啊。所以说您这个部分初步的原则规划。先我跟委员报告，在未达到2025年非核家园的目标，那最重要呢，我们再生能源的这一个发电量占系统的20%，那这个方向呢，目前院里面呢是折成两个政务委员在列管，所以就有所谓的太阳能的计划到2025年20吉瓦。以及风力的部分呢，是到2025年是3吉瓦，现在都列管，而且呢，它一段时间就要到院里面去报告，院长亲自听，甚至于有时候也要到府里面去报告，所以现在都部分都按照这个 schedule 在进行。好 ，OK， 但是本席这边还是要讲了哈，就是说。是你包括你天然气的发电比重要提升到50%，绿能发电是昂贵的，你必须增加发电成本，所以你要增加成本而电价不用上涨，那你的具体做法是什么？好，那这个时间的关系，我都尊重你，你们对府或对院的这个很密切的一个规划，但是我重点我还是要强调哈，这个2025当然是一个目标，但是当政策是一定要有规划可操作性。是，那即使好，真的你必须好，你要用什么方法让它不涨价这件事情？好，你可不能说好，现在说不涨价好，那可能8年后又说好我们要涨了，这个对民众也不能接受了。好，所以说你这种永续持续性哈，要很务实的去评估成本增加，电价不涨。然后你人员的配比一下在9年内，从现在开始9年内，2025年这样这个目标，9年内你要提高绿能的配比到20%，比照德国，那我想这个真的是要务实，要很务实的规划。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如同刚刚委员讲的，一定要务实可行啦，所以我们最朝这个方向在努力。那我再提醒你哈，我们的离岸风力发电。离岸风力发电，我们理论上年底前要4支离岸风力发电组要出来。目前你们有2支啦，哈，立起来了啦。对。好，年底现在11月，再过2个月好了，就算2个月整啦。好，你另外2支也要立起来。
好，那这个部分我希望能够赶快的，因为这跟你的风力发电、绿能发电，你的进度要怎么的掌控，好，好不好？好，谢谢。谢谢。好，谢谢林委员质询，谢谢两位。我们接下来请，张立善委员质询。好，谢谢主席。我们请沈次长，请次长。次长，你怎么没有水嘞？你不喝水啊？谢谢委员。好，次长。委员好。次长好哦。市长，我想你是比较务实的了哈，所以刚刚林代化委员他所说的，我是非常非常认同了哈。包括刚刚讲的电线电杆地下化啊，那因为呢，我们云林县的东势乡啊，事实上目前已经做好电线电杆地下化已经6年以上了，但是为什么现在还没办法做？就是因为那个变电箱放在那里啊，人家看了都心惊胆跳的。所以到目前为止，虽然铺设了地下化，但是目前呢还没有办法真正把这样的一个地下化真正实施贯彻实施啦。所以呢，他刚刚说的要有诱因嘛，没有诱因的话，大家都很怕哈。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当然是经过这几次台风呢，我们真的非常希望完全都地下化，免于更多的这些灾难了哈。所以这是第一点了哈。那第二点呢？也就是我们经济部长一直讲的，不缺电、不限电、不停电、不涨电价。说实在的，以次长你本身呢，如果你认为这个没有互相矛盾的话，说实在的，这个就是睁眼说瞎话了。睁眼说瞎话，我觉得这是互相抵触的。好，那这是我针对刚刚的一个回应了。那我现在要请教的，也就是说，目前我们很多外国商会对于台湾面临共同投资的问题，也就是无论是日本工商会或是美国商会、欧洲商会，他们共同的问题都是一项电力不够稳定，台湾没有办法提供稳定的电力。那至于就是说法规部分能不能跟国际接轨啦，或是其他的一些劳动法规哦，这些呢，我想今天不在这个讨论范围之内。我们讨论的，也就是说，针对日本商会直指台湾能源政策将导致突发性的电力不足这个部分，我想经济部啊，我们跟所有的这些商会企业界都是非常的严密几何的哈，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电力如果不稳定的话，可能造成企业就跑了嘛，对不对？那我们如何振兴经济？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知道电力是我们民生必需用品，跟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繁荣最重要的基础。所以我想次长哈，这个部分你能不能告诉我，就说现在呢，我们要走向废核也好，非核也好，但是呢，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整个政策里面，那当然了哈，最近我们巴黎的这个气候协定11月4号已经颁布了哈，那我们要达到这样一个节能减碳的效果，但是呢，我们又再生能源的这个比例如果太高的话，那个电力还是不稳定的了哈。所以我想听听看看，我们的这个次长，你认为我们政府的能源政策要怎么走？你认为要怎么走？在整个能源政策也要考虑到整个国际的一个趋势了哈。那国际的趋势里面呢，大家也都一直在谈所谓的再生能源要有一个适当的合理的配比。对，对。那我们社会的民众对于这一个核能又有疑虑。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如何去取得一个平衡点，这是一个未来政府的一个能源政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依据。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那我们就提出了所谓的2025的一个能源的一个改革的一个计划。那这个计划呢，我们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核能有疑虑的话，那这一个所谓的
过去核能的发电占系统的配比 20% 的部分，我们就由再生能源来替代。那再生能源要替代的话呢，那就是我们太阳能未来要20吉瓦，以及呢离岸风力要3吉瓦才能来 meet 这个的切口。政策一定要拟定了，是，但是针对我们目前电业法的修正里面能源配比 20% 的再生能源，然后 50% 的这个天然 气，然后再有 30% 的燃煤嘛，所以这个配比本身这个架构呢就是绝对电价会涨的，而且电力也出现不稳定的情况下，因为这个我想你比我还要清楚还要熟悉啦，无论是天然气的价格也比煤还高，那再生能源的价格也比煤还高啦，那煤可以24小时的一直发电，那天然气本身它的储存时间大概只有15天的时间，煤还有一个半月，对不对？那所以这个整整的，如果以专业的角度来看，事实上这样是骗不了人的了，那所以呢我现在要请教了，也就是说你们一再讲绝对不会缺电，那事实上企业界是非常担心的，尤其是半导体啊，一秒钟不能没有电，所以从整个备转电力的危机里面，现在是秋天秋天我们都已经到红线警戒线了，低到没有超过90万千瓦的情况下，那这种情况下你还能够90万瓦的情况下还能告诉大家说绝对不会缺电吗？甚至刚刚我们林代化委员问你的风力离岸风力你现在目标是4只啦，但是呢因为它只有4月到9月可以建制，在东北季风来了你没有办法建制了，所以目前只建立2只，人家就已经退回到他们国家去了，所以呢这个目标其实 还很远呢，那我要再请教，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再生能源跟传统电厂，我们太阳能光电在所有再生能源 20% 当中是占 73%、所以也就是未来你的再生能源里面呢有这样是占多少50%以上都是仰赖太阳能光电，所以太阳能光电的比重相当高。那如果次长你看这一张图的话，也就再生能源跟传统电厂的差异，太阳能光电你知道吗？太阳能转换成电大概只有 15% 到 20%、只有这样 那风力呢大概只有 6% 哦，所以而且它发电的时间储存它也没办法储存多久呢，所以这个部分呢我请教我们部长了，次长了，也就是说呢我们今天呢我们绿能不能靠天气，不能靠运气，也不能只有靠义气，如果我们只有靠这三个气，那我想一定会完蛋的啦，是，所以呢你觉得次长你觉得再生能源政策固然是我们的目标，但是我们的配比也就是说当我们要有一个配比的电力嘛，人家才能够表示稳定啊，所以你的备源机组我们以澎湖的风力发电来讲，也就是整个这个备源机组的成本有没有换算在里面，像我们现在风力发电每度要可能要5.5元来跟人家买，太阳能光电可能要4.7到6.5元来买，那这部分我们的备援机组的这些费用没有加在里面。对，有吗？这部分我跟委员报告。像这些所谓的再生能源来说的话，刚有提到它的容量因素。那这些容量因素大概从14%、28%到42%，就是从太阳能到陆域到离岸。大概有这样的一个容量因素的关系，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有配套，这个配套呢就是所谓的 storage 储能专注，所以储能专注这个都要有配套，就是它在这一个所谓的有太阳跟有风的时候，它在这个发电的一个所谓尖峰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就把它储存起来，等到这些太阳跟风条件没有了以后，它
它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储存装置呢，把它释放出来。市长，我知道哦，就是说哈，我们现在是要说整个的成本架构了哈，不能告诉人家说不涨电价了哈。最重要是我们要非常务实的来告诉人家涨电价，因为你的整个绿能假设直供的话，包括 Google 都认为你的这个电是不稳定的，他还是希望你还要有配比的。哦，充足的电力，对备援的电力来支持，对不对哈？好，那次长，我想剩下时间不多，我只是要问你，就说好，太阳能光电跟太阳能热水器啦，哦，因为现在石油基金里面呐、啊，预计今年年底我们所有太阳能热水器的补助方案就要停了。哦、所以我要告诉你，就是说现在你在绿能产业里面、哦、花了大笔大笔的钞票，但是呢，太阳能热水器跟电完全没关系哦。也就是我们今天洗热水澡、哦、我不用用电，也不用用瓦斯，我直接太阳能、哦、下来整个辐射的这个热能呢，让冷水变热水，也就是家家户户如果都这样做的话，那我想这个省掉哈、哦。所有的这个发电呢、啊，可以说是省掉非常非常的多了哈、哦那个次长，你可以好好去仔细的看一下。我们假设能够300,000户、哦、完全用太阳能热水器的话，可以相当于1500多座的这个哦，是大安森林公园，甚至可以呀、啊，包括台中的火力发电3个月的发电量、欸，所以我觉得大家是舍本逐末了哈，本末倒置了，这能够啊，大概在2.65亿就可以减少这么多的电力消费。结果呢，你不做，要把这个取消，我就不晓得到底我们经济部头脑是放在哪里，到底是如何评估的。好，就算石油基金呢，好，已经不补助了，是不是呢？把它当作政策编入公寓预算里面。正常来补助太阳能热水器，因为我家也是用太阳能热水器嘛。那另外哦，另外的朋友他们说要装太阳能热水器，他说如果不在年底装的话，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我才发现说，哎，为什么这可以让我们完全不用浪费任何啊核能发电、火力发电，不用浪费这些电，而且只可以自给自足的，为什么这么好的政策不做呢？所以次长。你好好的、哦、去跟能源局讨论一下、哦、讨论一下这样的政策是不是要继续贯彻执行、哦、是不是呢？这个财政小兵立大功、欸、好、哦、好不好？次长，这我来了解一下。好，好，麻烦你，谢谢，谢谢。这个值得研究了。好，谢谢张委员，谢谢次长。那我们现在就进行临时提案的处理哈，宣读的时候如果有需要离开一下的同仁，就利用这个时间哈，动作快一点是来得及的哈。我们现在先宣读临时提案。临时提案第一案，有关中油公司高雄炼油厂迁厂一事，现阶段已停工，但厂内除油槽仍运作中。原要求中油公司应尽速提出未来之迁厂相关细节进行评估及高雄炼油厂拆除计划，并一个月内向经济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提案人苏志芬联署人徐永明、王惠美、管碧玲、黄伟哲、邱志伟等委员。第二案。根据后进当地居民众之想法，高雄炼油厂之土地过去为后进庄之居住地，于日治时代期间被征收为海军第六燃料厂。原要求中油公司应与高雄市政府针对炼油厂厂区土地严拟污染整治计划，可朝向转型为生态公园或工业遗址园区等方向提出愿景评估，并于一个月内向经济委会提出专案报告。提案人苏志芬联署人徐永明、王惠美、管碧玲、黄伟哲、邱志伟等委员。第三案。有鉴于中油南迁后恐对现任职于台北总公司的员工来说，在父母奉养、子女教育、购屋置产等人生规划、生活上等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而这也是中油公司在实职南迁时必须面对的问题。若无法妥善处理，恐影响员工权益，并影响公司营运及绩效。为保障中油员工权益，原提案要求经济部在中油公司实职南迁前必须妥善处理员工权益问题，以降低因南迁所造成之影响。提案人王惠美联署人廖国栋、张立善、黄伟哲等委员。第四案。
邮件于中部地区 BN2.5 频频指报空气污染日益严重，由于设有十组燃料机组的台中电厂污染最为严重，该电厂于2008年还被碳监控行动组织列为二氧化碳排放量3970万吨，居世界第一，鉴于今年11月48日气候公约正式生效，为使本国符合世界规范降低排碳放量及降低空气污染，维护国人健康原提案要求台电应重新评估燃料燃煤火力发电厂汰旧计划，提前于台中火力电厂等旧有燃煤机组汰旧，采用最新低污染的超超临界发电机组，以维护中部地区空气品质，确保国人健康。上述台电之重新评估汰旧计划，应于3个月内完成并送经济委员会提案人王惠美、联署的廖国栋、张立善、黄伟哲等为第五案。电缆线防灾型地下化工程，台电公司调查莫兰地及煤机风灾，高雄市辖区停电户数及断杆件数较多区域，如鼓山区、阿莲区、燕巢区、前进区、六龟区、美浓区等，规划明年至109年预计办理路段长度仅有21公里，应重新调整调查。台电应严厉减免电费或其他诱因，使居民同意变电箱设立在店家或住家附近，以解决地下化瓶颈。调查及研究结果，请于1个月内送立法院经济委员会。105年12月6日周二前，提案人林代化、张立善、高志鹏、黄伟哲、邱志伟等委员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进行处理。现在先请看第一案。好，我们先请中油说明一下这个案有没有问题。我们会遵照办理提出报告。这是要专案报告吗？我们万一一个月内哈没有时间排进来的话，我们能不能改成书面报告？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哈，那我们改成书面报告好不好？好，那如果说时间排得进来，我们当然一定会尽量的安排专案报告。好，好，来第二案呢？第二案呢，遵照办理。好，那我们也改成书面报告。一个月来得及吗？确定哦。这么快，这重大案件，两个案都是非常重大的案件。这个本来就已经在进行中了。好，那就一个月不用改。好，来第三案，请说明一下。第三案是不是建议是不是做这个文字稍微做一些补充好不好？建议在第四行，若无法妥善处理，恐影响员工权利，并影响公司营运及绩效哈，是不是能够增加？就是说，若妥善处理啊，则也将创造员工人生新的幸福，并提升公司营运绩效。这样比较平衡啦，哈，这个很好啦。那个跟各位委员也做一个见证，好不好？哈，也做一个见证。我们对于那个一个城市，哈，我们对于一个城市也尽量有同理心，不要有先入为主，哈，认为说我到那个城市去，大概就命运多舛。这样的话，我想也不尽公平，哈。所以，董事长这样的修正好，其实是平衡，也没有偏袒哪一边。那事实上呢，也是说我们如果处理得好，我个人就做见证好，我人生最发光发热的时候就是高雄，高雄是一个伟大的城市啦，好，好嘛，好，好啦，多谢哈，高雄多谢您啦，好，好，安尼咱就照刚刚董事长所说的文字哈修正通过。好，来接下来下一案。第四案啊，我们经征求提案委员的同意之后啊，略作文字的修正，也就是在倒数第五行，提前进行什么台中火力等等等，一直到倒数第三行的右边临界发电机组这句话改成逐步汰除老旧机组，延役更低污染之发电方式，然后后面的维持以维护中部地区空气品质，确保国人健康。然后呢，这个后面呢改成了这个删除的这个上述台电等等等，改成了相关检讨改善报告送3个月内送交经济委员会，这样子。好，这个文字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哎，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照修正文字通过。来下一案。好，第五案呢，也是征询这个提案委员的同意之后哈，在倒数第三行改成
台电应延役，就是不要延龄，延役减免电费或其他诱因改成积极做法，并加强沟通。后面呢，维持使居民同意变电箱设置在店家或住家附近啊，这些后面，然后调查研究结果，请于两个月内，也就是106年1月6日周五前送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好，来，请林委员说明。董事长，我希望你把减免电费这件事情啊，真的是要去研议。好，所谓减免电费啊，你不要被吓到了。好，这其实有很多种方式来减免的。是是是，好，那当然，如果他是用电大户，可能哪一个工业区内哪个大厂商，好，那他说好，他那你都通放在我这边好了，那我来减免，那这当然不可行。好，所以你的减免电费如果是针对我一般住家、民生住家来讲。好，那你觉得民生住家他的电费整个全国的平均数，或者这个城市的平均数，还是那个区域的平均数，他只要不超过，好，大概就是大家都可以达到的一个平均的用电量之下，我都可以减免。这很多种方，或者是怎么样的急剧的减免，是是是，我了解。好，我希望你是慎重的考虑，而不是说哦，看到减免电费，或者你这个政策不可能落实。不是，我想你也提了，我们还有一些除了减免，我们还可能也许想一些其他更也要有一些方式。一起，好，谢谢，以上。好，林委员这个建议非常好哈，要玩真的啦哈，希望台电这边哈不要虚应故事。好，我们临时提案都处理完毕哈，现在再继续进行。询答，请邱志伟委员质询。谢主席，先请沈市长，还有我们请朱董事长、沈市长、总经理、朱董事长，还有呢，总经理，还有总经理，好。好，委员好，中有没有了？你是要那个中有没有？台电而已。好，对，市长，迄、那个供应事业是你督导哈。供应事业吧。啊，供应事业是阮杨处长督导啦。哎、啊，今天你嘛真了解哈，你嘛真了解。不要紧，不要紧。我想不管是朱董事长或者是这个钟总经理啊，都是对台电业务相当熟稔了哈。是。您对伊专业，对伊领导能力有没有信心？这没话讲了，肯定了。在他们两位的领导之下，台电一定会这个业绩会好，然后这个蒸蒸日上，然后这个跟这个工会的关系也会很好，然后形成一个优质的国营企业。是，我们是朝这个方向来期许。我也期许哈，是在两位这个总经理跟董事长领导之下，台电的业务能够更好。不要有很多的公安的事故，不要很多的民怨，不要有缺电限电的问题了哈。是，我想这个真的不太容易把这个事情做好了哈。是，包括电业法的修正哈，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哈。我先就几个实务上的问题跟董事长跟市长请教啊。市长，既然你不是督导，我就直接请教董事长好了哈。谢谢。就关于这个风灾之后啊哈。风灾之后的这个灾害重建，因为一定风灾会造成大规模的区域停电，一停电啊，老百姓就直接感受。好、哦，你说好几次，我跟董事长、跟总经理有说明过，这个民众啊，一天可能一天半，他还可以忍耐，到两天他食物坏了，他铁门没办法关了、啊，他就开始这个非常气愤哦，会找民意代表陈情啊，会到区公所去。所以直接面对就是民意代表跟区公所这些同仁，那我们也莫可奈何，因为这个是需要专业、需要时间、需要能力、需要预算。好、哦、啊，以我的选区为例啊，我的选区两次莫兰蒂跟这个梅基台风受害非常非常严重啊，有一次停了三天，有一次停了四天，平均哦，这不是说区局部而已哦，全面停电三天呐、啊，哦，我压力之大，我几乎三天都没睡。一次三天，一次四天，所以你必须要有一套很严谨的这个处理的这个标准作业规范。好，不应当只是这个工程人员在面对抢修调度，还要面对民意的这个质疑，你看全公司动起来，
好，包括营业部门，张总我也给你反映过，营业部门同仁、公关部门同仁也出来这个跟民众对话，跟安抚民众，好，让调度人员专心调度，让抢修人员能够专心抢修。那特别是现在的抢修工程人员呐、啊，青黄不接，所以这人才的培养也是很重要。所以在没有足够的人力之下，你当然抢救时间就拖长，一拖长啊，直接对民众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也对台电的这个商誉造成影响。所以大家看到台电就没有信心了、啊哦，所以你以后而后台电所做的承诺，大家都会打问号、打折扣。好、哦，针对这一点，董事长，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是这个，我想这个任何一个人，包括我们自己哈、啊，停电了超过某一个时段之后啊，就会觉得非常的不便，而且情绪非常之差，这个是可以理解。那当然，我们也了解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逐次的检讨过程中，所以我们现在、啊、这个各区处之间的这个资源啊，已经变成常态，所以我们甚至台北的跑到金门，台北的跑到台中，台中的跑到台东，所以我们都有一个机制啊建立起来。但是呢，我想我们会更进一步，那我们有可能会更进一步，就是说台风来之前先做研判，哪个区域是可能最重的受灾区，其他的单位都先准备好。要敌从宽了，御敌从严了哈。所以我们那你们有没有设台电的指挥中心，还是你们进驻到这个各区各县市政府？我们都这个值班的人，这个紧急供这个供电中心，我们叫紧供中心了，是都台风来就一定通通有人的。我建议啊，要拉高层级了，最起码董事长、总经理你要坐镇，坐镇台北指挥中心，然后做这个资源调配、人力的调配。做现场状况的掌控，跟委员报告，我谁当总经理？台风来的时候就住在公司里面，啊，没有离开公司的，是吧？所以就在统一指挥，是吧？然后跟民众的沟通也要顺畅，是，好，不然每次电话打不通，然后他打那个什么专线、服务专线，都没办法接通，所以民怨又越来越高涨。所以感谢委员呢，特别提醒我们呢、啊，我们办业务的同仁呢、啊，在这个时间虽然不能到现场抢修啊，但是啊，这个协助这个民众啊，解释疑啊。那是很重要的。那我也这边呢，也请我们这个同仁呢，在台电也是公众服务业啊，是哈，对，所以服务业你不是要用传统制造业的这种态度去，对，你直接是服务国人，是服务民众，所以你要将心比心，哈，对，所以遇到这个重大灾难，是全公司都要动起来，对。那另外，你就去要盘点那个所谓电杆啊，你要地下化，有哪些区域必须要急迫做？你要定一年计划、三年计划、五年计划。我想哪些区域你要先做？我想这个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我们最近呢，因为这几次的台风啊，发现了有些地方啊，虽然不是人多的地方，但是、啊、因为那个地方空旷，所以电杆一倒就是一整排。那个将来这个整修啊，这个修复啊，非常花时间，所以也耽误了这个供电。所以像这一类的呢，我们就遵照那个防灾型的计划，尽速的把它地下化。那即便是有一些灾害，也能够迅速的能够排除。对，你先即刻做完盘点之后，急迫性越高的先去做，好，避免下次这个台风季来的时候又遇到同样的状况。是，我是希望让人民有感，让人民感受到这个台电的服务品质有增加，台电的同仁很努力。那我也必须给同仁这个加油跟鼓励的，他们最辛苦了，他冒着这个台风天还要去抢修哈。但是最主要是说你对人员的培训不足，好，人力不足就造成说你这个抢修的能量就受到限制嘛。所以拜托董事长、总经理一定要把人力补足。是，我想我们在这个配电部分的人力啊，每年新招的人哈、啊，有大概将近四成，通通是给他们。所以我们想会加努力的这个加强这方面。那未来这个在我的选区啊，包括永安啦、啊、弥陀啦、啊、或者茄萣、啊、你们有没有扩厂的计划，或者有没有新建厂的计划？有机组更新的计划。机组就是永安湿地、永安湿地那一区块。对 对。这个已经成案了吗？还谈的差不多。这个你要成案之前，你要跟市政府，要跟这个地方多做沟通哦。是，因为那个是生态敏感区哦。是。它过去盐滩地，现在是重到湿地哦。对。哈，虽然土地所有权是你们，但是你要做开发，你要更新机组，这个非同小可哦。对，我们在规划的时候让出一个相当的比例啊，当做这个生态园区。那有没有跟高雄市政府开过会？有，开过很多次会了。那你现在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工作时程是怎么规划？想一些部分，我请我们总经理。没关系，时间的关系哈，再请仲总经理把那个你们现在针对要更新机组的计划，提供一份详细的那个规划跟执行的时间表。好，
好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想最后一点的时间，我想请教一下这个中油的陈董事长。来，陈董事长。哎，董事长，就是主要是海外探勘的部分哈，我想这个部分啊，你也刚到哈，可能这个陈总经理会比较了解。就未来海外探勘的部分哈，你包括海域的探勘，或者是国外的合作探勘，或者是跟中国的合作，好，台潮石油合约区，这个每年都要花五六十亿啊，那成效是有限的。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请陈立伟总经理说明一下，未来对于海外，不管是海域或者国外，你这个探勘的这个相关的计划，你未来有没有什么调整或变更？好，是跟委员报告哈。那么我们现在在海外大概在八个国家有24个矿区了哈。那最主要我们希望能够在海外能够担任经营人，而不是说只是一个合伙人的哈。那我们现在在非洲、在南美洲，这是我们主要的地区啊。那么在海峡两岸的部分的话，那现在基本上来讲的话，一个是说我们自己本身在做的，一个是跟加拿大的这个 Husky 在合作的，还有一个是跟法国的 Total。还有这个中国的中海油啊，那现在在做，这叫台阳啊，目前正在三方正在谈。那么我们跟台潮做的这个，在民国91年一直到现在哈、啊。那么目前来讲的话，正处于这个计划执行的顺利吗？到目前为止还好。那么主要的原因是以台阳的部分，因为法国的这个国家石油公司，他们认为啊 ，Total 这家，他们认为现在油价太低，他们原本承诺的要做的这个。探井的部分，他们希望能够说从一年改成三年啊，他正在谈。我希望说，在陈董事长领导之下，能够全面去盘点，是好过去整个探油计划，是哪些不符合效益的，哪些是亏钱的，哪些不符合这个可能当地的风险过大的，好、哦，你说在南美洲也有，在这个非洲也有。包括我知道还有查德，啊，跟中国会不会因为说两岸关系的生变，让我们跟中国的这个所谓这个合约受到影响，这个我希望说中油能够在董事长领导之下全面去盘点，好、哦、啊，太弱啊，刘强是是是，好、哦，真正发挥这个探勘的效益，不要探勘好像丢到这个水里面的钱都好像收不回来。是那个、哦，其实董事长来以后，我们也就这个部分正在检讨，因为董事长这是这方面的专家，我对他是深具信心的、啊。董事长有要求，有要求，是謝謝我们在努力，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邱委员，谢谢。我们继续请黄伟哲委员质询。喂，主席以及这个沈次长，那两位董事长，各位长官，是不是请一下这个台电朱董？来。朱董，啊，委员好，董事长你好，简单的请问一个问题哈，这个我们台电的报告中有提到推动智慧电网以及智慧电表，对，智慧电网跟智慧电表差一个字哈，这个功能差很多，智慧电网是怎么运作的？你可以告简单的智慧电网，当然介绍一下吧。智慧电网啊，这个是以前来讲的话，就是所谓的自动化。当然，现在科技更为进步了，所以在我们电力系统上不是自动化而已，是智慧化哈。对，更进步。现在就是智慧化，因为现在的这个科技更为进步了，所以在我们的系统里面呢，放了很多的一些监测设备，然后能够这个经常的运转计算了，能够做一些这个严密的监控啊，提升一些效率。所以增加这个提高这个供电的品质啊，这叫做智慧电网。这怎么增加效率法？就电就发出来在那边啊，那你是透过电网来输送到这个需求端啊，好、哦、用户那边啊。对，但是好比说，假设哪边有故障，我很快的能够转接。第一个，用户停电时间短；第二个，我们很快的能够知道位置，然后去维修，这样子也是一个增加效率的一增加效率的方式、哎。对，那有没有办法让你节省电？省电也可以省，但是呢也有限，因为这个线路上面这个损失是一个固定的，当然也有一些最佳化的计算方式、好比说让一个网路里面让这个好比说经过路径对耗损最少的、经过 路径这个最佳化的一个这个是有、就是你像那个 GPS 你要找什么最佳路径，你要去甲地去乙地、最佳路径
有这种的计算方式，有，可以，这也是其中的一个运转。或者是你们可以作为说，譬如说，你们很多种这个发电的来源，譬如说有的电是这个太阳能的哈，再生能源的，有的电是这个燃煤的，有的电是天然气的，是啊，那你可能是白天或者说冬天白天的时候，好，空气品质不好的时候，你作为智慧电网可以多输一点这个再生能源吗？不是，现在那个、就是、还是说减少一点燃煤的、那个是调度的问题。对 啊，智慧电网能不能帮忙你们达成这个调度？对，现在的功能就有，现在这个基本上原则、原来大家的观念叫做经济调度。以这个可是你们现在都满几乎都满载了，对，尤其前个月，你还得选择吗？没有，在尖峰的时候，能够让你挑用电，让你挑肥拣瘦吗？尖峰的时候当然是没有选择，已经全力发电。但是离峰的时候就这个要考虑这个经济效益了。啊、但是呢，现在又有环保的问题。当然，现在我们逐渐的由经济调度转移为环保调度的一个思维方向。那智慧电表呢？智慧电表是纯粹是安装在这个用户那边，用户端，对、用户端。但是呢，这边呢会也是可以收集蛮多用户的这个用电资讯，这样子可以协助。是在于便于你们收集用户资讯，还是说用户你要便于你们收集用户资讯来建立大数据呢？还是呢，用户端透过智慧电表，它可以达到它的省钱的帮的这个功能呢？用户可以从我们开放他的用电记录给他自己下载，然后他自己可以考虑他自己在里面自己内部装设什么一些节能的设施。那我们公司呢，收集这些大数据呢，经过分析以后，或许会对这个供电的品质或供电的方式做一些改善。我跟你讲啊、哦，董事长。一个电表，智慧电表少则上万，多则好几万、啊、尤其是那种小大，就是说这特高压的那不管了、啊，就是一般的这家庭用的，或者说这个小商家的用的。白天，譬如说白天太阳很大，啊、冷气都得开啊。你不是说智慧电表上面显示出哦啊，现在用电很高，你就可以马上你冷气不能关啊，你锅炉不能关啊，是哦，你电炉也不能关啊，对，因为这个时候正在要做生意的时候啊，对，那那个智慧电表何用？没有智慧，除了那么花了那么大的钱买一个智慧电表，看起来叫做智慧一点哈、哦，那就花钱了呢。智慧电表就是只能够告诉它的用电的一些历程跟资讯。他要决定如何这个改善或者是节能，是用户自己的一个自发性的作为。嗯，对了，所以我觉得其实也不必这个对这个东这智慧两字有那么大的想望了。好，那接下来请中油陈总经理，董事长请坐。来，总经理。委员好，总经理，请问您几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这个。你们第三天然气接收站，目前建置的进度是怎么样？好，跟委员报告一下哈。我们天然气第三接收站的话，目前我们大概主要工作有四个项目了哈、嗯。第一个项目就是并购，啊，并购东顶，然后进行相关的这些后续的开发。第二个就是工程，啊，第三个就是早交如何保育。第四个就是地方如何沟通睦邻啊、嗯。那么跟委员报告，我们现在大概并购的部分正在我们公司董事会审议啊、嗯。那么工程的部分，我们现在已经相关的招标作业已经准备好了啊，已经准备好了。那现在你们预算通过了公开，就是说你们有行个文说你们要先暂时动，要先动支。跟委员报告，105年，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三读嘛哈，所以我们已经有行个文准，如果可以，请允许我们提前动支。要依照。我跟你讲，要依照预算法的是的规范哈，我希望说要这个部分你们要兼顾，但避免重蹈你们去年的覆辙。是了解、哦，谢谢委员。这第一点，第二点，其实我们想说的哈，第三天然气接收站，由于这个我们一方面要这个减飞核哈、哦，逐步这个我们要达到飞核家园，一方面要这个减碳。嗯，所以说，一方面是再生能源，一方面是用这个比较相对比起燃煤更干净一点的天然气。那所以天然气的这个使用量哈，或者使用的这个需求会很快的成长。是。那你目前第一跟第二够吗？跟委员报告，以目前为止来讲的话，
是足以支应我们现在这一两年所需要的、那么我们现在大概一年大概都在180亿到190亿立方公尺、那么现在就是说我们在台中的部分大概是300万吨的这个接收设计能量，但是我们已经可以操作到450万吨，还可以再继续设计能量300，你可以操作到450，因为周转率，你周转越快，它就可以量就可以增加，在安全范围内，在安全范围内，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说其实如果有需要我们还可以再拉高，但是因为我们当时的环评承诺就是450万吨为上限、那么以永安的话大概基本上来讲现在可以操作到大概770万吨左右、是所以对那么对所以以现在就它设计是770万吨744万吨了哈啊744加上450不过1100但是它744万吨其实可以操作到大概900万吨，啊，900加900多万，4501300啊，拿来现在大概1350万吨啊，那1900呢？你刚刚讲说每年都要用1900是怎样？啊，没有，1900万立方，1亿9，那个是立方公尺，立方公尺，立方公尺，大概现在大概是1400万吨左右了，是是，就以现在是以周转率快速的周转率的方式。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天然气的库存这个容量也不够嘛，只有几天的库存，一个礼拜的库存而已嘛。跟委员报告哈，基本上来讲的话，这个天然气管理法就是大概是以现在为止，我们现在大概容量大概都是天然气管理法的那个容量大概是14天了哈、但是我们现在基本上来讲的话。可以做到都会维持、对，都会维持最少7天以上的存量，大概是这样。哦，7天，对对对。那远低于这个法律的规范哈。好，另外一个问题，请问，现在大家都说绿能，是，大家都说再生能源。好了，现在台电有这个哈、风力啦，哈、太阳光电的发电哈、太阳能的发电，那中油有什么样的这个做法？可以在这个非核或是说减碳的过程里面有什么样的绿能的这个做法？跟委员报告一下哈，我们大家在几个方向在努力在做哈。第一个是升值方面，我们在研究相关的有关于绿色柴油、绿色航空用油这个过去都已经被你们打枪啦。但是从升值能源之前在台湾所做的，好像是毁于一旦的感觉。从前的升值能源基本上来讲是要发酵的。我们现在是在研究直接制程出去 green diesel、green aviation 这个部分，基本上出来就没有涨。以前有拿甘蔗去弄酒精的啊，可是后来也是不很成功啊。对，但酒精因为它有那个腐蚀的问题了哈。那生殖能是一个部分，第二部分太阳能部分，我们现在在全台湾的这个加油站，我们希望加油站能够尽量铺设这个太阳能板的，都尽量铺设哈。那么在我们的供油中心或其他相关的地方可以做的，我们都来做，这是第二个部分。那估计你要给我书面的东西哦。对，好，我们就是估计经过透过你们这些作为，把你们什么太什么什么加油站的屋顶给弄了，把你们的这个非位于这个东区的豪华的总部的屋顶也给弄了哈、哦。那这样子以后，你们可以增加多少这个？我们会把整个详细的资料给我。好，除了这些东西以外，你们还有哪些？我觉得其实也要给我书面的报告。第三个部分就是地热。好，我们现在在努力做地热的部分，这都是示范了。对对对，好，给我们书面的，是是是，好，谢谢总经理。好，谢谢，我们请蔡培慧委员质询。谢谢主席，有请沈次长。好，请沈次长。然后，我想请问，除了沈次长之外，能源局长应该不在场吗？哈，能源局下午不在。你今天没有来，委员好。是次长好。我针对台电还有中油，我想我的问题会比较聚焦在台电，所以可能就要麻烦朱董事长。好，朱董事长。我的请问会比较简短了哈。我想请问，就是现在赌售电力的购置的价格，好比说太阳能屋顶型、地面型、风力、沼气、水力，可以告诉我们吗？这个部分，
如果委那个的话，我们会把一个整个的一个趸过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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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趸过电价的一个刚刚那几个项目，我们来再补给委一下。所以你们都不知道，那个价格之间有一个乱局了。对啊，其实我已经有这个资料了。是。不过我刚刚要问这个问题哈，其实只是要提醒大家，是因为我印象中屋顶地面大概是五六块，早期大概是四块五左右。对。那川流式水利是最便宜的啦，就在你们的赌售店家里头。所以我想要问的就是，接着问第二大块的问题，就是。台电针对这种川流式的水力发电，你们现在的规划做法跟具体的进展？好，请。我们是在这一块的部分呢，因为我们顾虑到这个民营企业在这个部分，因为门槛略高一点，他们比较川流式门槛很低、哦。川流式的，我们现在是第一个就是跟水利署，然后来共同合作。还有跟当地的那个叫做水利会，对、就是，所以它的成本是最低的啊。你们的评估报告我已经要了一年了，是是，什么时候才能给我们？我们现在有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先开始做的时候，在这个小的这个部分哈，我们这把全省呢做一个 survey 啊，就是调查以后啊，做重新调查一个会有个报告。那我不晓得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明年中第一期。明年中。你来说明一下，前面我们有个程序。跟委员报告是说，我们现在正在做前台小水利的一个可行性评估哈，那会分两期来进行。那第一期大概会有五个水利发电计划会出来，预计明年中会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太久了。因为那个必须要你做都不用做那么久，可是调查为什么要调查那么久？因为每一个厂址，第一个要先去收集所有水文资料之后，还要再跟各水权机关去协商。水文资料啊，那个水利会、水利署都有这些资料啊。是的，你们不要委托案出去，就让那个委托公司一直在那边拖时间，好不好？没有，我们是一直在评估，而且要跟水权机关做协商，他有没有意愿跟我们合作？那个协商是要做不做嘛？我的意思说，前期的资料为什么要拖这么久？必须做一个专业评估，看它适合做多大装置。然后你如果是装置容量不适当的话，会造成你的经济效益不足。那我们预估明年的七月会有第一阶段五个可行性研究会出来。那什么时候这个评估报告会出来？你明年的七月是五个就要做了吗？还是报告出来而已？因为现在我们要积极的去推动绿能啊。事实上，水力发电才是最积极可以作为，而且也是最能够达到绿能的要求啦。是，坦白讲，太阳能待会我还会问，就是太阳能面板啊，它后续的废弃物处理是非常严重的，这些问题你们应该比我更清楚啊。那为什么你们水力发电也那么的延缓呢？我认为微型水力发电至少有三个好处，一个是你的规划跟具体作为，因为它基本上都是公用的土地，好，所以你们是马上可以做的。第二个，它当地的这个微型水力发电也可以提供给当地的，不管是农家或者是聚落，它可以减少那个电力网的输电成本。第三个，正是因为它的这个使用的这个土地面积是很微小的，我用你们给我的资料哈，2016年9月30号，那个台电给我一份资料，后里发电厂的装置哈，它可以发110千瓦。但是它一年的发电量是60万千瓦，六十万千瓦。如果是一年的发电量要六十万千瓦的话，在后里这个地方所占用的面积3坪而已。可是同样的发电量，这是你们台电估算的，因为全国太阳光电容量的因素只有14%嘛，因为它不可能每天都有太阳嘛，所以它没有办法像那个水力发电的稳定性跟持续性这么高嘛。所以60万千瓦，它需要多少平方公尺，你知道吗？7335平方公尺。所以我要告诉你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你们应该找到比较好的绿能发电，可以节能，可以减碳，可以减少这些土地面积，而不是要用太阳能发电来抢我们的农地。我想我们会在这个有能源的 有这个再生能源的地方，我们都要尽量的使用。对啊，但是你们就是太阳能发电极端急速前进啊，然后那个水力发电就一直拖拖延延啊。那接下来 我会持续努力。我请那个沈次长了哈，这个是2016年10月12号你们能源局给我的一个书面的资料，他说你们现在会针对屋顶型跟地面型来规划。
哦，但是呢，他回避掉了一个问题，因为他在这个里屋顶型只讲我们中央公有屋顶，比如说你们刚刚讲的很多校舍啊，或者是工厂的机关，对机关，农业设施跟其他屋顶就住家商用是。但是在农业设施，当时我们提出的质询就是说，仿效日本好了，他需要针对可以做在就是太阳能板下的植栽的规划，你们一样没有答案啊。然后太阳能面板，就是说太阳能它有非常多的，所以它的角度会影响到它的透光率。是是，你们也没有答案啊。然后呢，在这个过程里头呢，现有的不当的太阳能设施，也就是如果你去全台湾调查，你会发现非常多它假借农业设施，可是其实就闲置在那里，底下放几个太空包的香菇包，在那边假装说生产。可是你知道太空包，你知道种香菇是都比较山区，而不是在像云林嘉义这种平面平地的地方啊。这你们没有回答。我要讲的就是说，我相信沈次还有董事长跟我一样，我们都是要推动绿能的。是，可是你们针对关键议题，你们都只有回避这件事情。坦白讲，让我非常非常失望。这个部分，我觉得如果委员把这些资料给我们，我来跟我们能源局来检讨哦。那刚刚提到这一个所谓的川流式的部分啊，我觉得这个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已经很早了。我在当科长的时候，这是以前的省政府水利处的时候做的呢一个川流式的小水利，就在后里进。那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呢，可能我觉得可以请台电来评估一下这些所谓灌溉的渠道这些。后里现在有在做啦，对，那不那个已经做好，但是其他的可以来评估一下。这就是、因为我一直这就是我要说的，就是我强调这个部分是可以把它做成什么呢？变成一个 module 模组化。当然啊，那这个模组化完了以后呢，国内在这个小水利的基础应该是能力是没问题的。台湾然后做完以后，可以到中南美洲去做国民外交。这个是更好了，真的真的。但是我要诚实的讲，就是这件事情，不管是我请教经济部或者是台电，这都不是第一次了啦。但是具体的进展真的是太缓慢了。Okay, 刚刚我听到台电说要到明年的五月七月，我拜托你们好不好？就算你们在规划的时候，也可以有一些资料给我们看啊，有一些地点带我们去看啊。我是做农家出身的，很多地方的水利，因为台湾现在还要 3.5 公尺、那个、可是日本已经研发到2公尺的高低差就可以做水利发电了、那个、水头的部分。对啊，这部分这样啦，刚刚我听出来我们台电同仁他就是已经呢把考虑到包括水权的协调都纳进去了，所以要花比較。可水权的协调不就是应该？对，还是阿伯在讲的代志嘛？还是我坦白跟你讲，你感觉水权无法度协调，咱嘛会使倒沙缸来协调啊。所以你在动什么？我现在拢看拢无呢。我来检检讨一下吼，速度较紧嘞。好。我再继续请教你一个问题啦，一样是2016年10月12号经济部能源局提供给我的资料，我希望他去针对申请农业用地设置太阳光电的前十大公司给我一个统计啦，他们给了、当然他们也隐藏了那个公司的名称啦、可是我注意到就是说地面的第一家公司一个礼圈股份有限公司，他应用了他只生产了7780千瓦，但是他占的面积占了比例是18.68%，可它占了多少面积没有答案、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请拜托沈次您可能去要求能源局，就是说这个发电量它占用的农地面积其实是一个关键的环节，但是都回避了这个问题，所以我要求他应该要把所占的面积给提供。这最重要就是单位面积的装住容量了。对 对, 對 ，OK。第二个。不管是刚刚我们讲的各式各样的太阳能发电、沼气啊、风力啊、川流式，我说的这种碳排的比例也要去规划了，这样才能达到绿能的要求。Okay. 也麻烦您要求你们的能源局跟台电来做这件事。我来请我们能源局来配合。哦，多谢多谢，谢谢，感恩。谢谢蔡委员。先宣告一下好，因为都没有休息，所以在。管碧玲委员质询完的时候，我们会休息五分钟，好，请两位委员见谅。我们现在请廖国栋委员质询。
主席、各位委员，我们请市长跟台电董事长。好，我们请沈市长跟朱董事长。委员好，那个沈市长，我的问题很简单，但是有的很不好答哈。Hey, 那我希望你还是用良心来回答哈。好，是的。那是我早上跟李部长说的，部长说这个经济部都是用良心在做事，所以我希望你用良心来说哈。好，是的。飞鹤家园距离现在还有几年呢？大概九年左右。Okay, 好，不到十年的时间。Hey, 是。你认为可以达到？这部分来说是，用良心讲，是一个严峻的挑战。OK， 非常严峻，是严峻到几乎不可能达到。要竭尽所能，竭尽所能，哦、对，要竭尽所能。你有那么多能可以用吗？那就要竭尽一切的所能。这个话很空虚的、啊，这个话很空虚，真的。所以我一直跟他说，你要用良心来讲啊。飞核家园减，你们现在不但是飞核，然后又要减碳，那你的积载电力要用什么？你还有什么积载电力可以用？那所以你不得不一直。增加这个火力的这个电力嘛，对不对？对，对吗？对。啊、哦，你们现在深奥原来就已经放弃了，现在要重新再来，又更新计划，是，又要花1000亿，只为了发81度的电，嗯，对吗？我讲的数据对，你就说对。现在大概呢，关于这一个燃煤的部分，大概会朝着超超临界这一种。它整个在超临界、哦、超超临界，像现在呢，这一个我们几个地方都已经有，像林口啦、大林、哦、现在几个新的太旧换新的机组，它 source north 的排放大概跟燃气机组差不多。但是你现在又说要减碳啦、啊，你又增加火力的发电，这不是冲突了吗？那它的 efficiency 大概差 10%，10%、哎、对对对。像我到 Japan Power 去看了以后呢，大概目前它已经到了43、44这样的 efficiency。但是 光是一个深澳电厂，你怎么去补那个光？光是你，我算了一下哈，你这个核一核二，如果核一的一，核二的二都不再重启，它会造成多大的这个大概一个98万，大概100万，100万再加上63万，就163万左右。一年呢？装置容量，对。它一年的发电度呢？这核一、核二不再重启，它该发电的总度数应该有多少？我跟你讲了，193亿了，193亿度，对吗？有没有讲错？还是大概150到190左右。OK， 好。根据我这里所看到的资料呢，核四封存大概就花掉了3000亿的哈，盖完从来没有发过电就花了3000亿，然后你全面废核，听说大概代价是6000亿度呢，6000亿台币。这个数据对吗？有没有差不多？那个台电来讲了，可能市长还搞不清楚。那个是2835亿。那个是合适，对，全面废核，啊，你总共的代价花多少的这个经费啊？全面废核，你全部废核，2025嘛，全面废核以后，那是2025以后的事情，全面废核，你的代价要花多少钱？6000亿了，我讲啊，6000亿了，哦，然后你现在说好，我们那全面来推这个再生能源，市长，再生能源可以当基载吗？可不可以？我们还是有建设传统。大概以目前来说的话，我们是搭配啦。哦，因为你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它有它的限制条件。你要看天，你要看天看风。它有它的限制条件。所以根本就不能当机载嘛，对不对？你、那个、最后你机载还是回到火力了。要还是要搭配其他机组，哎。当然是要搭配啊，它就是不稳定嘛。他没有办法完全配合你，我今天要发多少电度，他没有办法按着你的需求来稳定的提供，他就是一个不稳定的一个电源嘛，这样讲对吗？要搭配储能机组 storage 这个部分搭配起来。你很爱讲搭配呢，我不要搭配，我要精准的，这个电厂就是可以发多少度的电，稳定的供电。你现在讲的都是搭来搭去的，
啊，那边准呐。我看了一个数据要配套。OK， 那个市长，你们现在讲说我要发展太阳能，我要发展这个风力。再怎么样，台湾的最大的这个能够发展出来的，大概还是占我们现在所需的电度的20%而已嘛，电力的20%而已。但是这个你们说太阳能大概要投资大概要8000亿哦，这个数差不多，因为20吉瓦。然后风力呢？风力离岸要花5000亿，陆域要花7000亿，光是这个太阳能的投资大概1.37兆了。安对不？再生能源呐，再生能源。对，我想再生能源呐，大概再生能源的太阳能跟风力两个部分哦，就花了1.37兆哦。哦，那农地种电，早上已经讲过了，你根本就地就不够哦，你怎么稳定的来说你这个非核家园一定会可以达成？我不相信呐，我不相信。OK， 然后呢，你台电。将来再生能源呐、啊，每年上次黄仲球董事长说，每一年大概要补贴再生能源300亿到500亿，我不晓得这个数据对不对啊？那个朱董，你们每年要补贴再生能源300到500亿之间？没有，我们台电公司并没有补助，而是那个其他的单位补助的。那就是政府要补助了。对，它有那个再生能源发展基金、不管谁补助了，就是要花这300到500，这样对吗？那个规模我就不大清楚了。规模你不知道？我算一下，如果20年的就是1兆了。那个市长，刚才的1.37兆加这个补助，大概就是透过那个趸购费率，那趸购费率就是来自一个电业了。OK， 拢不要紧，拢不要紧，反正就是要花这么多钱呐、啊。哦，你全面费和花了6000亿哦。我说现在你这个再生能源的补贴算20年好了，要补贴1兆，你这个再生能源总共要花1.37兆，所以你就未来20年啊，不是2025啊，未来20年你要准备3兆的经费，你才能够稳定我们的供电呢、啊。这样子的数据对吗？大概再生能源未来像太阳能，它整个的这些材料的价格转换效率的提高，慢慢还是会往下降。会，你认为会降吗？还是会降。我们来看看、哦、现在的太阳能啊，对，太阳能的设备，人家都说台湾的设备是最好的，全球最进步，最进步。但是我看到好多的业界一再的退出这个产业呢，因为价格的问题。你看，就是价格啊，你说会慢慢降，那个、就价格不是这样啊，那个价格要合理，所以现在大概。整个的产销秩序慢慢稳下来了。好，那我们的风力发电，我们等了多年，以为今年两价可以真的可以发电，结果早上的这个报告说，现在才可能贝莱才刚刚建起来，他还要接缆线，什么都还没有。对，你 看，因为这个跟我们报告，这个刚开始在推的话，很多的法规的调试啊，是啊，尤其那个海岸管理法，这些都还要再跟。我都还没有讲海岸管理法呢。哎，对对，你将来会碰到海岸管理法处处设限呐、啊。对对对对，这个你们也没有跟林建所来谈说这个应该怎么。有有有，这个就是透过有人家法案都通过了，这个法律都通过了。对，那这个就是要协调，要协调。再制定海岸管理法，我就提醒过你们。你们说要注意，将来你们会碰触到这个海岸管理法的限制。你们说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协商。刚才你在回答某个委员，一直说有了，有和商，有协商，协到现在海岸管理法把你限制住了，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发展。这是一个问题。问题怎么办？那就是还是要来跟我们这些营建署这边再来沟通。哎呀，市长，我听到你讲的，你当然是用良心讲了，我听起来。但是都很不实际，让我觉得非常的空虚。那么你们说明年会缺电，要跟日美来租设备？那个朱董，你确定要租日本的这个东电的这个设备吗？没有，没有。那为什么外面言之凿凿？没有，当初最早的一个想法是，他有现成的机组。我们觉得会比较速度快。那么现在已经这个机会已经取消吗？不行，因为第一个规格不合理。但是我看你们一直希望仰赖东电呢，非常仰赖日本的这个电力。没有，那我们早就评估那个是不可行的。不行 ，OK， 好，我佩服你的勇气，你说不行就是不行了哈。第三天然气的接收站，
我们现在有台中港有永安嘛，但是你这个第三的建厂是遥遥无期啊，那连土地都拿不到，你土地是中华开发的嘛，第三接收站是中油的、啊、OK 中油，对不起对不起，中油，我现在问中油，对不起啊，金德兄啊，金德兄啊，你知道这个第三个你们的接收站的状况吗？你知道目前在进行跟东鼎的并购的协议当中啊，并购之后我们就继承他相关的开发权利，你不要把他们买下来是不是？对，他们会忍让这么好的这个我来报道之前他们已经谈了好几年了，已经谈了好几年，我知道是谈了好几年，问题是没有进展啊，应该如果突破一些困境啊，应该会有好的结果。因为现在已经没时间了，还是问次长了。次长，我最后还是没时间还问的哈。我一句话，那有时间还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谢谢喂。所以我就问你一次啊，2025你认为会达标吗？一定要竭尽所能来，哈、哦，使命必达了。我不晓得怎么问你呢，竭尽所能 ，OK。好，谢谢总召。接下来请管碧林委。谢谢主席，我们请沈次长和陈董事长，中油陈董。请沈次陈董。委员好。来，两位好好啊，尤其是陈董事长，本席要特别加冕哦，您和我们一起走过两年前的高雄气爆，在那个过程当中，您担任副市长。整个的无论是幕后的运筹帷幄或者是第一线的救灾，整个的过程可以说是经过一个钢铁般的试炼，而经过这样一个试炼，我们走过那一个悲剧，本席相当的相信哈，董事长已经历练成为国家人民可以信赖的人才。那今天我请次长还有请董事长一起，我要让你们走过说两年了，高雄气爆两年了，我们对于管线的管理，我们对于紧急事件的应变到底有没有改善，我们有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两年了，我们董事长也在七月份的时候接受一个专访，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建立应变的机制，我们要好好的把自治条例做好，管线管理做好，甚至于资讯的平台要打造好。但是本席今天要让各位看的是，所有的这一切最关键的还是要落实在第一线所有工作人员的行动，他们有没有把所有这一切的重要性内化成为他们每一个行动的细节，其实才是人民安全最重要确保之所在。而我要你们看一下里里浪浪非常严重而不可信赖，我们有待于非常严格非常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演练我们的应变机制，我们的管线管理才可以做到人民所可以依赖的地步。你们来看一下哈，我们国家在两年后的今年，对于地下工业管束，我们做了一个联合的查核，其实去年就做了一个个别的查核，那今年呢，我们认为说每一个区块它的厂商在它管线所经过的区域，他们需要有联合的演练，而这个联合的演练呢，我们在今年做了好几次的管束的联合查核，其成绩如何？我们看先看这个统计，我们总共分为九个管束，每一个管束就是好几家产业，然后他们在同一个聚落里面，然后接受联合的查核。你们来看一下哈，为什么我的助理没有来？你怎么回事啊？我们来看一下九个管束，其中第一个管束因为是气爆查核，我们没办法模拟气爆，这每一个查核我们都模拟了一个意外，然后那个意外之下我们去查核。那第一个管束是气爆查核，我们没办法做，没办法去弄一个气爆然后来检验大家的行动，所以管束一不在里面，而管束五的报告在本席查核的这个资料里面报告还没有出来。九个管束里面这七个管束，我们来看一下所有出问题的状况总共有多少，每一个管束平均200件，
换句话说，每一次的查核下来，有问题的建议高达200件之多，这是非常严重的。而它严重的都是在哪些项目呢？我们来看看管束二，管束二它所涉及的包括中油大林厂、中油前镇所跟中石化的小钢厂，这个都在管束二。你看看，第一个现场去的时候，全身都没有防护设备，没有穿戴防护设施，从这张照片我们看得到。然后呢，查核的结果所被指出来的问题都是哪些问题？都是未能佩戴合适的个人防护，进入危险区域增减。另外呢，事故应变的测试是什么呢？是资讯的提供，应变的编组都不足，导致于现场的数字数值回报渎职无法落实，渎职的回报都无法落实。所以联防的资源跟工研院的工业管线灾害防治咨询中心无法掌握现场危害资讯与应变思路，现场的应变没办法传递。然后呢，你再来看看事故应变测试的下面，好，丙烯泄漏以后，仅依中油大林厂巡管员的判断，应由储运所跟林园厂确认这个动作的忘记，所以现场的应变执行的实务呢，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好的抢救策略。而最后建议的是要什么？建议的是看下一页，防护等级要升高，携带的工具都不足以外，相关侦测仪器的操作不熟练，防护设备的穿戴技术不熟练，多么严重啊！你来看看这个就知道有多严重。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实在是相关检测仪器操作可以不熟练哦，自己是呼吸防护数据等等的穿戴也不熟练哦。这是气爆2年后我们做的联合稽查，而这个是管束二。我们再来看管束三，一样的问题，你看看就这样子，没有防护设备，然后呢就去接受联合稽查，然后再来看一下一页哈。我们的侦测仪器，你看到第二点，第二个方块，它只能够侦测少量，查不出来，它只能够到大量泄漏的时候才查得出来，少量的时候没办法查出来，那意思是什么？是没办法防微杜渐呢。刚开始的时候，量很少的时候查不出，然后要到量大才查得出来。然后我们再来看，也是没办法运用防护设施，也是不足，然后呢操作设备都不熟练。这是包括雅聚、台塑、华运、台绿等等等等，也有中油的林园厂跟前镇所在里面。再来看管束是一样，一群人全部没有防护设备，然后呢一样来，这是一个本泄漏，本泄漏的一个调查的一个抽查。好，你看看那个第二个方块的第四点，现场不明异味，缺乏分工巡查机制，缺乏指挥系统厘清泄漏物种及泄漏源，部分巡管员作业松散，缺乏警觉性，这个都惨不忍睹哎！所有这些都惨不忍睹。管束六一样，防护设备不足，然后呢一样不熟悉，你看到方块二一样是不熟悉这些操作。管束七一样完全没有防护设备，然后呢一样的。所以那个次长还有董事长，我无法接受你们这个汇报。你们这个汇报呢，5月份时候做的汇报，而这个是在3月的时候，甚至于最后一次有到7月的，然后4月份的时候做联检，好，5月份的时候做汇报，还不到10天，你们在里面的统计竟然就讲把每一个刚刚列出来的这一些项目都说已经参采，已经参采，已经参采。本席觉得这个做假账，怎么可能说已经参采，然后就可以束之高阁了是吗？明年再来的时候，同样的问题一样吗？次长，这不第一个，你管所有石化业。这种联合的检验、联合的检测，要实际操作过才知道有没有改善，绝对不可以书面审核就说他们全部都已经参采。然后也请陈董事长回去以后落实，所有跟中油相关的各厂、林园厂也好、大林厂也好、前镇所也好，你们都在里面，然后问题都同样的严重，
所以如果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实际操演，然后充足的设备，然后精良的技术，我不觉得我们的管线管理真的能够落实到安全的地步，好不好？这部分我跟委员报告一下，这部分我会请工业局呢针对这些好好检讨。这个工业局这个报告竟然把所有的建议都叫做已参采，我无法接受哦。这我是希望年底前再做一次全面的盘点。OK， 这个我可以接受，好，马上哦，再做一次全面的盘点，做不好就再做，做不好就再做，好不好？好，谢谢。最后一分钟哈，台电来，两位请回哈，董事长。其实台电我有非常重大的问题要问了哈，试射核能啦，但是哈时间不够，我就给你看这个小东西，很丢脸嘞。你们有一个 APP。你自己可能也没有用过，你有没有用过电价查询的 APP？ 你有没有用过你们台电唯一的一个 APP 叫做电力报备啊？有没有用过？没有嘛？102年开办到现在，只有50000人下载，里面用户抱怨连连，一直到最近这几天都还抱怨连连，然后每一个抱怨完全没有回应，然后呢，本席就去试看看。我呢，就在你们停电查询的地方，我输入一个地址，然后就告诉我没办法辨识，然后所有的人要去查他们家有没有停电都无法辨识，所以都是查假的。然后里面呢，缴费查询、停电通报、案件进度查询，点进去都不是 APP， 点进去就跳到你们的官网，就跳到你们台电的官网。来，没有人在管，让你们的台电失去威信到什么地步？我们来读一读人民的留言怎么写。你们看一下哈，人民的留言烂透了，输入地址不符合，烂透了，无法提供查询，就不要硬搞一个出来丢脸，只会让人火大，骂到这种地步，人民的信赖失去到。怀疑你们是不是人谋不臧，是不是预算太低啊，还是承揽商把它黑掉啦、啊？是不是抽太多手啊，利润低到赔本啊，整个信赖都被摧毁到这种地步，烂到爆，真是连一颗心都不想给，很难看咯。最近停电资讯都无法查询，这个本席试验过，刚刚那一页我把地址输进去就是无法辨识，没有人在处理嘛 APP 耶、欸、今天我们唐凤政委都已经要进来带动我们整个政府要用云端去建立开放政府的平台了，都发展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了，你们连那种最基本最基本的 APP 的管理都这么难看，一个国家的台湾电力公司，好不好？董事长，这小事，我们立刻处理小事了。好，抱歉。今天早上经济部那个网页，一个重要的功能网页也是搞到不见了。我看下午已经改进了，你们这个 APP 要有人管理，那是以小见大。好，你的领导力，你的执行力。有没有落实到每一根神经的末梢？这个 APP 被骂成这个样子，而且都是这几天的事情，没有人在管理，就这样被骂，好，这是不好的事情，好不好？好，好，谢谢。好，谢谢管委，谢谢朱董，来。好，谢谢黄委员，我们现在休息5分钟。
好，来。哎，哦，再稍等一下，董事长，朱董事长还没回来哈，再等一下他好了。好，没问题。好，好，我们现在继续开会。接下来我们请黄国昌委员质询，我们七分钟。好。麻烦有请，谢谢主席。麻烦有请次长跟朱董事长。好，我们请沈次长、朱董事长。委员好。哎，两位好，时间关系我就不说客套话了。好，谢谢。夏天的时候临时会啊，我们立法院把核四封存的预算删掉了5亿，那同时又做了决议，以后不可以再编，从明年开始不可以再编核四封存预算。那今天我看到台电送来的预算书里面，有所谓的核四资产维护管理费8.5亿。那我在总质询的时候有请教过院长跟部长，他们那个时候说是为了要去保存核四的资产所编的费用，那不是封存的费用，我这样的理解对不对？因为啊，那个核四的机，这个所有的仪器设备都是全新的，那至少还在我们那边是一个列为资产，如果现在放任不管的话，那他就等于就是荒废了，没有关系啊，所以我是说是资产维护嘛，对对对，是的，就没有封存的问题了嘛，没不，现在没有考虑那个问题，只是维护这个资产。对，所以我只再确认一下了。那你觉得现在核四啊，现在这些里面内部啊的东西可以卖多少钱？这个东西就是看有没有地方可卖了，不是说我们要卖多少钱，有人要买才可以。那如果没有人要买呢？这我们要，这是一个处理的方式之一。那我说如果没有人要买呢？那我们也要想办法要处理，做一些这个善后的工作。那所谓如果没有人要买，它的价值就是零吗？也不尽然，有些部分还是可以这个分批的，还可以再应用。对啊，所以我才请教你嘛，就是里面现在的资产，你们大概可以出售多少钱？还是保存下来可以有多少钱？台电有做过评估吗？因为我们每一个部分的这个资产啊，看要是这个状况，那要有一些这个可能不容易这个处理的，那当然也不容易。所以简而言之，就是台电到目前为止针对这件事情没有评估，我这样的理解对不对？有些评估，但是不是这个非常的这个。请问那个评估的报告有做好了是不是？我们做了一些比较初步的，没关系，今天时间的关系哈，那会后可不可以麻烦朱董事长把你们的评估内容送一份给我？我们做过的一些事情向您报告一下，可以吗？哈，好。那我为什么很关心这件事情啊？我相信成本效益是我们在花纳税人钱的时候最基本的观念嘛。五月的时候，你们的林德福发言人说，大概只能当破铜烂铁来卖。这不是我讲的，这是你们发言人讲的，所以我才问你可以卖多少钱。好，到明年就先不要算了哈。到今年为止，到今年为止，为了合适的封存也好，维护管理也好，总共花了多少钱？去年还是没有？从你们2014开始决定要封存到现在嘛，总共花了多少钱？今年还在用30亿有没有？去年11.24亿。那前年呢？没有，前年还去年才开始第一年封存。然后今年又花了8点多亿嘛，8.5，所以加起来是20亿嘛。是。那花了20亿保存这些财产嘛？你的用意良善，我都了解啊。现在我在请教的是成本效益啊。是。
那可以卖多少钱嘛？因为没有人啊齁会花20亿去保留一些卖出去当破铜烂铁卖的东西，董事长你应该同意我的意思吗？那如果破铜烂铁这四个字啊你觉得太刺耳的话，请你也不要见怪，因为这是你们的发言人跟媒体讲的。所以我现在才请教你啊，董事长，你们按照目前内部所谓的初步评估到底可以卖多少钱？这 我想我们回去查了以后会向我们。好，没有关系。你们现在编的细项齁，我大概跟去年的我有一样一样对啦齁，我们到时候审预算的时候再来一样一样看每一个必要性跟它的效益性。我今天可能没那么多时间跟你对细项，但是我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说，你们资产处分的计划还要几年？也就是说啦齁，我以最大的信任你编这 8.5 亿全部都是必要的，已经勒紧了口袋，没有一毛钱是浪费的。然后一年要 8.5 亿去保护这一些资产，你觉得还要再保护几年你们资产才有办法处分完？我们原来就是3年的计划，我们希望在3年之前呢争取一些时间把一些。所谓3年就是明年第3年嘛。对。也就是明年年底以前你要把资产处理完，对不对？我们希望能够找到解决的方案。对对嘛，因为你刚刚跟我讲说封存那个事情已经没有了嘛，就不要再考虑重启的问题嘛，所以只剩下资产处分的问题嘛。那你资产处分你如果卖不了什么钱，一年又编 8.5 亿，你不是跟所有的纳税人在开玩笑吗？所以我才很关心说你什么时候要处分完。那您给我的意思是说你打算说明年年底以前想办法把它处理完嘛？因为我不希望哦，今年 8.5 亿会删到多少我不知道，你后年的时候又编一个 8.5 亿，所以我要保护这些财产，大后年又编 8.5 亿，这样没完没了。第二个部分啊，我再请教一下董事长啊，就是你们在有关于核四预算编列情形说明说，你要保留核四长址土地供未来电源开发使用，这个是台电目前的计划吗？我们当然也希望这个土地啊，能够不能够做核能发电，也将来可以做一些其他的用途。你们当初征收的目的是什么？做核能发电。那现在这个目的已经不存在了，你们土地还可以继续这样使用吗？可以从 A 目的变更成 B 目的，没有法规的限制吗？应该我们也寻求一些其他法律的这个方式可以解套的话。什么其他法律的方式？来，请董事长开示一下。嘿，我土地征收条例看了好几次，内政部回给你们的函我也看了。那董事长说你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在 A 目的被废止以后，你要转做 B 目的使用。这么高明的法学见解，来请董事长跟大家分享一下。不是，我想我们希望努力啊，在朝向这个对。你要怎么努力嘛？你现在在讲的空话啊！我现在已经告诉你 ，A 目的被废止，你要转做 B 目的，你马上就撞到土地征收条例嘛。我说的应该没错吧？土地征收条例49条、50条以下的规定，你们应该都看过，内政部也函复给你们啦。那我现在的问题很简单，你的计划是台电要继续用，转做未来电源开发使用，那你要如何努力？你总是要跟大家讲个具体的内容，要不然讲的不就是空话吗？因为我印象里面那个名称我是记不大清楚，但是是可以透过一些主管机关的解释可以转做。透过主管机关的解释可以变更法律的内容。没有关系，我的时间也到，我要尊重在后面其他委员的时间啊。朱董事长，你可不可以承诺我，会后你要如何的努力的具体内容，包括你要如何透过主管机关的解释来跨越法律的规定，这么高明的法律见解，是不是可以用书面让我分享一下台电的计划？我给您报告。好，谢谢。好，尽快给黄委员。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萧美琴委员质询。好，谢谢主席，请台电的朱董事长。我们请朱董事长。
肖委员好。朱董事长，工程会主委上个月有召开协调会那也公告说要就未来从防灾的角度希望台电能够开始来承办这个电线杆地下化的这样的一个业务那么在全国现在是希望在未来三年内有台电能够挪出70亿的这个经费的额度来做防灾型的电线杆地下化的工程。那就目前所了解的你们是跟经济部初步规划422公里的电缆线路来做地下化。那我要了解这个400多公里内有多少比例大概是在东部地区呢？抱歉，您的详细的数据我现在一时没有办法回答你。好，那你们是后续能够提供书面的资料是向您会向您。因为我想东部面对这个台风，大部分都是从东部上岸的。那在第一线面临各种的强风袭击，包括上一次这几波的这个台风下来，这个停电的住户也相对的多那我们从防灾的角度来进行电线杆地下化这样的一个工程，我想地方都是非常乐见的那目前如果说要从节省经费的角度来讲，除了易受灾的地区之外现在公路总局正在进行台九线的全线的拓宽，尤其是花莲整个县境内一直到台东县境的全线的拓宽。那如果是能够在拓宽工程进行的同时来做电线杆地下化的工作，我相信这个对于未来我们不必再重复做第二次施工，应该是可以并同来进行的。不知道这个部分有没有规划在内？好，谢谢您提醒，我们请事后请同仁密切的注意这个施工的时程，看我们能不能够尽快的跟上去。好，那除了这个台九线之外我日前有邀集台电一起到这个赤科山上，这也是台风过后这个灾损相当严重的地区那也整批的停电。那现在交通部的观光局也将在赤科山协助相关道路的改善，那也希望能够并同台九线同等的原则，也就是说既然有其他相关的单位已经要进行道路的改善跟施工，那如果在这个时候电线杆地下化同时来进行对整个未来工程经费的节省或者是防灾工程修复上面应该也是能够创造双赢的价值。所以除了我刚提到的就是易受灾地区，也就是迎风面这次有停电的可能会比较未来或者是过去这5到10年之内受到台风影响比较严重的地区之外，正在进行或者是已经有其他单位在规划的这些工程，如果能够顺便规划在内，也就是你们未来这三年的这个地下化的工程当中我相信这个对台电长期来讲应该也是正面的。是，谢谢您提醒，我想这样也对我们的经费也有所节省。好，所以就是台九线的拓宽以及赤科山的电线杆地下化一并纳入考量那就易受灾的地区，也就是过去5到10年的这个台风所受害的范围之内，你们目前在这400多公里之内预计在东部地区，尤其是在花莲县境内，打算要优先来处理电线杆地下化的清单，也请事后我们这个会议结束之后再用书面的来回复给本席办公室。好，谢谢。那另外请教这个当然台电我们的基层的工作人员每一次台风都非常的辛苦那在第一时间其他的一般的民众可能还在休台风假，但是我们台电的工程人员是没得休息都要立即的来做这个电线修复的工作，那有时候也是处于一个高度危险的状态，甚至台风风力都还相当强的时候因为民众停电所造成的不便，我知道大家压力都很大，所以我要请教的就是说除了他们很辛苦之外我们台电公司是否有特别在这些台风灾难比较特别危险的天候状况内需要出勤的基层的工程人员工作人员有没有特别的这个台风出勤的津贴呢？我想有那个抢修的时候，一个是超时工作，那当然事后的我们有这个另外这个颁发奖金。那超时工作是
没有台风，有时候偶尔也会发生的状况哦。所以超时工作其实是应该要按照劳基法的相关的规定，也就是有加班的相关的薪资上面的补贴哦。我们台风有抢救，有另外的一套计费。台风有另外的一个机制，那这是什么样的补贴机制呢？就细节那个金额我就不我有没有人知道？我想我们啊，我们请配电处的。报告委员哈，那个台风来的时候的抢修机制是这样子了哈，就是以假日来讲哈，那前面八个小时就当做那个有休假哈，就是那个八个小时算休假，再加八个小时的这个加班费，好，再加八个小时加班费。好，那晚上的话，譬如说刚刚讲那个白天八个小时这样，那晚上的八个小时，所以八个小时你说是当作是，例如说其他人都是已经公告是休台风假，但是我们的人还是需要去去出勤的时候，他是算假日出勤吗？对，假日出勤再加八个小时的这个加班费，也就是等于是两倍的待遇。所以他是用两倍的津贴来做这个算是危险津贴哦，台风出勤津贴嘛。是是是。哦，那这个在台风过后，例如说隔两天，其他人都恢复上班了，但是我们还是在一些比较这个气候环境比较恶劣的状况之下，在抢修是恢复到一般的加班性质吗？是的。好，那就是台风假当天是有加倍的这个出勤津贴。是。您的意思是这样吗？是。好，那我希望这样一个是现在是有进入到你们相关人士的内规当中吗？还是是用一个？这个刚刚董事长提到用奖金、用这个奖励的方式，还是一个常态性的，大家可以预期哦，在天后特别这个危险的状况，要外出去抢修特别危险的情形之下，甚至是借调到其他的县市去出勤哦，这个应该不是只有用工作时数。今天他如果借调到，例如说这次屏东县特别严重，我们很多外县市的借调好几天的时间在那里，那这样他们的加班津贴怎么算呢？就是除了刚才讲的他们用当地的这个台风抢修的这个待遇之给之外，还另外在我们董事长还在另外给奖金。好，我希望这个能够制度化，也希望能够常态化，因为基本上虽然民众有时候觉得停电不方便，有些不耐，需要一点时间，但是我知道第一线抢救人员其实都相当努力的，而且有时候是冒着自己生命危险在做抢修。所以我们除了这个劳基法所规范的范围之外，在台风天出勤抢修，也希望他的相关的补贴机制能够常态化，同时是从优来认定。好，谢谢您关心。好，谢谢。好，谢谢肖委员。继续，我们请郑天才委员质询。主席、各位委员，有请朱董事长。好，请朱董事长。啊，郑委员好。董事长好。有关这个你的报告里面第三页特别提到加强核废料的处理，那其中用过核子燃料的部分呢，特别提到是未来集中式储存设施完工后前述，要放在这个最后最终处置嘛，这个请教你，这个集中式储存设施这个是在台湾第七还是在国外？这个部分还是在我们的领土范围之内。哦，在台湾第七嘛，对不对？好，哦，你说领土范围啊，这个讲得很好啊。这个如果透过按照我们的话，就包括秋海棠的话，就包括大陆了啊。没有这个意思。好，这个是一个很荒谬的哈。为什么说啊？台电一直花很多的钱，光这样的一个相关的用过核子燃料最终处置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潜在母盐特性调查，光这个调查，这个委托相关工业技术研究院，光调查就要6亿4000多万，对不对？详细的数字我并不了解。6亿4000多万，我告诉你，6亿4000多万，四年的时间。事实上啊。这个我们这个国家一直很到现在为止，我说荒谬是怎么样的？第一个，对于低放射性，我们有一个限制条例，对不对？低放射性，
那这个高放射性有没有闲置条例？目前没有。没有嘛，对不对？你花了这些钱，第一个你没有法力，你说你要在哪里就能在哪里吗？不可能，因为你没有法力。这第一个，低放射性有法力，闲置有条例，高放射性没有条例，很荒唐。然后一直花钱，花钱去做这个，就是浪费钱嘛。这第一个，第二个，低放射性都解决不了，对不对？低放射性解决得了吗？解决不了嘛，啊，因为都没有办法办公投嘛，是，连公投的机会都没有嘛，那不是很荒谬吗？不是浪费钱吗？这些钱不是可以做更好的处理吗？是因为这个监督的机关呢要求我们做一些这些相关的评估。我知道你们要告诉他这个是不可能嘛。我也问过，我也跟原子能委员会提过了。啊，我之所以没有请这个沈次长上来，我想这个部分第一个是原子能委员会了。啊，事实上经济部啊，你跟这个沈次长，你要跟部长报告，要跟原子能委员会，不可能嘛。第一个公投也不可能过办嘛，公投也不会成嘛，为什么还要浪费这些钱呢？然后今天的专案报告，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事先谈，只能谈这个高放射性的哈，因为这边就加强核废料处理，那你都没有提到蓝屿的部分，离蓝屿的低放射性，你到底这个所谓的啊台电推动未来推动重大政策的一个计划是啊，这边也都没有提到蓝屿的部分，因为蓝屿也是低放射，所以我们也是在期望在这个集中处置厂储存厂啊建制完成的时候就那不是天方夜谭吗？第一个没有法力，对不对？你高放射性的没有法力，然后连低放射性都很困难的情况之下，都不可能的情况之下，然后你要去谈这个，为了这个高放射性的集中式储存设施，然后你们一直一直编列很多的经费，来去做这个无谓的调查。不，这个应该还是可行的。集中式的一个这个储存，我们在九月可行。已经送出的一份这个。好，上次秀林在办，我们把它挡掉了。那你现在在哪里办？当然，地点我们现在还在不敢公布，对不对？啊，他到处不晓得在哪里上，不敢公布。说没有没有，我们说南澳，他说南澳没有，那在什么地方？不敢公布，还偷偷摸摸。你可以告诉我在哪边调查吗？怕影响，对不对？我在哪边？现在你花了这么多钱了，105年度就两亿多，钱不要6亿多。我们只是持续的在努力啊，要找尽量的要想办法找到一个可以处理的地方。那个，请董事长哈、啊，也请这个次长、啊、就跟原子能委员会说不可能的事情，不要浪费这个钱。好，请教你，这个蔡总统特别向原住民族道歉，是因为8月1号的时候啊，是因为蓝屿的低放射性的核废料一直没有迁出来，然后你们又提不出迁厂的迁出的计划，然后你们现在一直在违法占用蓝屿的这个土地，我们原住民保留地，你知道是违法占用吗？你知道吗？不，董事长不晓得哈。好，你请那个啊，说明一下。是租约的话，因为还跟乡公所继续在谈呢，所以租约的话确实到103年12月31号到期了，就到期，对不对？哎，没错没错。对啊，现在已经是105年了，对，马上今年又要结束了，是吧？一直有在一直在违法占用嘛，啊，一直在违法占用，所以这个部分呢，像这样的哈，你们又他们的需求，你又不没办法处理。蔡总统道歉有什么用呢？有什么用？到现在还没办法解决，连租约都搞不定，还谈什么要迁出去啊？董事长，你今天才知道哈、哦？
你们一直现在违法占用。我想那个租约还可以继续谈再谈嘛？谈已经要两年了呢，104、105要两年了。他也没有天高的数字，你只要把这个数字啊，6亿多的数字全部给他们就好了吗？我想我们会努力的在这个继续的这个跟他们协商。所以你不要再花这个浪费的钱，该给的赶快给。是。那还要调查什么呢？你们现在是不是在调查？我是说那个蓝屿的那个核废料的储存的问题。行政院那个林政委员的正在调查说。有什么好调查？蔡总统已经说，这个是在蓝屿达悟雅美族的不知情的情况下，然后也讲了他的道歉文，讲得很清楚，是受到伤害，蓝屿的达悟雅美族人受到伤害，那还调查什么？哦，好不好？这个不要调查了，赶快，该签约的赶快签约，就按照我们蓝屿乡亲的诉求，哦，好不好？好，谢谢郑委员。好，我们继续请江永昌委员质询。好，谢谢主席哦。请台电朱董事长跟钟总经理。好，朱董事长跟钟总经理备询。董事长跟总经理，可能今天我讲的多哈，可能你们能够答复的很少。这个是在我们中和地区板南路跟桥路高压电塔的一个下地，它这个已经不是在讲哈这个电磁波或是辐射的这个剂量，民众能不能忍受？它这个根本在1995年开始就已经配合综合的环状捷运线，所以要让161kV 以及69kV 让它下地了，包括板桥万华、板桥城中以及埔前到万华。我来给你看一个，从1995年到现在，历经几个立委，历经多少任期，到我现在还不能处理，我不晓得台电要继续空转下去。今天讲台电的重大改革，也许讲到核电，也许讲到尖峰，也许讲到电价。我觉得如果你连这个高压电塔的事情都不能处理，空转10年到现在没有很具体的，那你那些改革哦都是骗人的啦。来看看下一张，下一张。100年4月7号台电的进度，你看土建部分的第4点，讲到板南路本工程交通维持计划，讲到顺利通过6月底取得路证，工期160天，100年12月年底完成。再加上机电，机电要1年，再加3个月。以当时这个100年4月份这个进度讲的是什么时候会完成？102年3月。再看下一张，结果到100年6月11号的时候，你看哦，刚刚我说上一张进度表你们提供的，结果不但102年3月没完成，到102年6月，你看它第6项。下地岸土木管线总长2600公尺，已完成2300，88%，102年12月31，再加上底下的机电部分，103年6月30，这总该完成了吧？有没有完成？有没有103年年底完成？没有完成。再看下一张，这是我上任以来最近的一次对你们所召开的一个协调会，啊，你们告诉我的哦，已经到100年5月30哦。前面讲的时间从来都没有去完成它，你自己去读。再一样，在第1大项的第2小项，有没有看到施工中啊？预定完工其成啊，躺树前树工程顺利，106年10月31号，架空路线预定107年7月31，在这样子的一个时间，总该完成了吧？是不是？不是啊！来，回到原来的图。我跟你讲，前面讲那么多，问题点就在这里呀。
就为了这一点，你知道你们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规划又设计，设计又招标，招标以后得标的厂商又不能做，不能做又废标，又跟人家和解还是怎么样？本来啊，在这里抽水站已经协调地方机关都愿意提供给你们土地，你们一开始的设计绕过这个综合排水路跟桥河路北方这边要绕过去，当时不晓得你们的承办人员怎么弄呢？插这个排水路的一个深度跟底下的管线都没有去做调查，结果啊，你们自己设计规划标出去之后没有办法做，后来你们又研究另外一个方案，说要不要跳过这里，直接从桥河路往东拉到综合大排这边直接接，这边呢讲得很好听，结果用地又取得不了，再回头去又要走原案，但是那个浅盾啊，那个直井啊，要往下再挖深，为了这样台电要多花多少钱，你知道吗？5000万，结果能不能克服？不能克服。你今年九月把它拿去公开阅览，被人家质疑说台电的这个工程为什么当时不能做，现在又同样的案子拿来公开阅览，被人家质疑，质疑之后你们去解释，解释完之后十月又再来一次公告阅览。那我总想你也应该让你的那个进度能够追得上吧，结果也不是哦。第二次的公开阅览总算没有人有意见了，你10月17也已经知道这个事了，你拖到今天啊，今天啊11月7号才让你们这个电缆组的人会总务组，然后才今天要把这个底价跟相关的标案写起来。我拿一张图给你看，这是我跟你们家要的你的工程的一个控管进度。我刚讲了，前面所有的宝贵光阴一直浪费去，至少从2月1号我就职以来，你们总该对我讲实在话吧。这张上面是最新的你们给我的，结果连这张都要跳票了。上面写啊，上面写从11月1号开始就要进入土建工程，然后呢到2017年的8月要进入底下这个机电电缆的一个工程。我真的很想请董事长跟总经理，你现在给你答复一下，要不要好好的督导你的下属？是，我想那个刚才你委员讲的这些事情啊，那我想我们能不能提供您给你收集到的资料，我们回去啊彻底的了解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好不好？我就是要你一个很完整一个回应，因为我很认真的在追这个案子，我问的相当的一个详细，相当你们的施工的一些瓶颈遇到的障碍跟困难，也由你们的哦这个承办人员都一一的来答复，一一的来告诉。结果我没想到啦，我还以为过去也许其他的一个立委在过去的任期当中所做的这个咨询说不定不够仔细，就是现在我发现不是呢，我觉得你那个。你们那个供电处吧，说不定是有欺骗的，这个让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怀疑呢。是，我想我们会弄清楚到底中间的困难是什么，为什么会如委员这个刚才讲的这些事情。好，那你就在这里哈，董事长跟总经理承诺，就按这个控管的这个进度表，这个进度表它最后的一个期限在2018年8月以前。要完成所有的高压电塔，包括拆除下地，那我就要求照这个时间，前面从我开始咨询到现在，开始质疑到现在已经又慢了进度了，后面把这个期程给追上来，我要求你向你的这个下级单位去做这样的一个督导，去做这样一个进度。是，我会照这个方向努力。那你今天台上就是一个承诺哈。是，好，那请你们底下人负起责来，否则董事长跟总经理，虽然这是个地区的高压电塔的下地案，我想两位也要负责了。对，谢谢。好，谢谢江委员。今天咨询下来，台电形象好像很不好，要加油哈。好，我们继续请徐祯蔚委员咨询。主席好，麻烦我们政务次长。好，请沈次长。委员好，次长好。
这个今天在卫环啊，针对我们这个这个福岛核灾的这个食品啊，即将这个进口，还有这个我们这个美猪啊也即将进口，所以针对我们现在目前呢、啊，国家领导人要推的政策，我们全力以赴、全力来推动，但是不顾国人的健康，以及我们现在啊，这个我们这个为了图利财团啊，我们的这个电业要自由化。交通部为了这个解散啊台铁工会啊，要把台铁给公司化，所以真的是为所欲为，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在我们电力自由化里面呢、啊，我们真的要考量到，好这个劳团他的抗议不断不断的抗议，但是我们到底有做了做，我们到底有做了什么沟通吗？我们在电力自由化的时候，不就是它的效率，对不对？我们效率是世界第二、欸、是我们的电价是全世界第三低，工业电价又是全世界第四低，这么好的优良的台电为什么要把它供这个自由化呢？所以在这里政府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带头违法。我们来看看这个10月26号我们经济部长这么说的，好，我们现在呢这个只要违章建筑啊，好，只要改设太阳能就可以就地合法，就可以就地合法。市长，您怎么看呢？这个真的是以这个合法掩护非法，这是我们10月26号我们经济部长这样子说的。这部分最重要，还是要为了推动。推动整个就是所谓的刚刚文提到的，就是绿能的发电，就是再生能源。所以为了2025年非核家园，我们如此的不择手段吗？您知道吗？我们看看下一章，我们这个桃园大违建的恶火，6名的这个消防员丧生在火窟。所以您用违建，只要加装太阳能。就可以合法，这个合理吗？所以是不是有很大的检讨的空间呢？是不是？这我们会来注意了，一定要注意。是的。好，还有我们要确认一下，因为在总质询的时候，本席有质问，也这个我们部长也答应，对于我们提高自来水的普及率的部分，是以及我们这个我们的接管严管还有简易自来水的部分，我们很感谢哦，这个次长，您在当这个经济部的时候，您全力的协助花东两县的这个提高我们自来水的使用率的部分。是。哦，所以在这里，本席还是要请您哦，这个多多协助，也答应哈、哦，这个我们未来花东两县的减水以及我们的这个自来水的普及率不断的让它升高，好不好？因为我们这一次的预算比上一期的预算少了一半。嗯。所以在这里哦，花东两县我们已经是。已开发的国家了，还有没有用到自来水的？这个是很离谱的一件事情，荒国际之大稽啊！ Okay. 可以吗，部长？这我们来努力，全力来协助，可以吗？我会请我们台水公司来协助，全力来协助台水公司。我们接管严管的人员真的太辛苦了，不过经费要支持，还有我们所有的人士啊，这我刚才讲的这个简易自来水的这个简易自来管理员这边都要加以协助。另外就有关于国土流失的部分哦。水利署经济部水利署统计啊，东部一年啊平均啊以4公尺的速度在流失我们的海岸线。好，整个海岸线4公尺，这是水利署的这个数据哦。然后我们来看看，我们现在花东就是1978年到2016年已经消失了120米了，120米了，所以才会有。这个成功了，已经是台11线的第三代了，所以不断侵蚀。当然知道海岸，我们的国土不是我们经济部，但是海堤是属于我们经济部的，是不是？水利署有些是跟水利署有关，是，所以这也是水利署，也是您的业管啊。所以在这里啊，我们现在水利署啊，这个有编列，我们经济部有编列。这个好像是我们金水利署有编列，看一下多少钱啊？
我们的两期计划哈，第一期已经施作完毕，第二期是104年到109年，80亿，所以这个海堤计划，尤其是在您看看我们花莲，从我们花莲再从仁和、寿丰，好，还有我们的这个丰滨以及台东成功沿海，我们海堤要如何改善，可不可以给本席一个资料，好吧？您到104年到109年，如何来改善我们的海堤的部分，让我们的乡亲的农田得以保住，让我们的公路得以安全，是不是可以请我们次长提供资料？好，这我会来请我们水利署这边来研提资料给委员。好的，好，谢谢。还有本席啊，在这个因为今天工作报告里面有关于我们的这个推动这个防灾型的这个电缆地下化的部分，好，有关于现在中央的部分在花莲做的，也就是我们台九线的部分的拓宽，好，以及我们现在有很多灾损的部分，例如我们193的这个县道，还有台11，也就是迎风面的第一道台11线。对于这，哎，这个台电，我们的总经理在吗？哎，我们董事长在吗？是，哎，朱董事长，朱董事长。所以在这里，本席啊，强烈要求台九、台十一以及啊，本席这一叠手上啊，都是我们台电人员在风灾夜里去抢修的时候，无论是劳安的问题，或者是上升的问题，通通都在这里。史料这么多，好，所以我们真的在这个电线杆地下化的部分，一定要全力来施作。好，我们的瑞穗的虎头山，还有我们很多的像玉里的赤科山、六十担山这些，以及我们台十一线现在在抢修复建的工程中，是不是可以让一次到位，让这个电线杆地下化能一次到位，可以吗？我们董事长，我想我们努力的争取时间，看是不是双方能够搭配在一起。是，现在已经11月了。是。哦，那有一些这个公路的这个整修的部分、复建的部分，其实现在都在进行设计，还在发包，所以一定来得及，好不好？从你106年现在106年到109年要执行嘛？所以我们尽快处理。是，好，是不是给这个本席啊？对于我们这个东部地区所有的我们要施作的地方，我们台电都有清楚的资料，好，也给本席一份。好好，麻烦您，谢谢啊，部长，再麻烦您，谢谢。好，谢谢徐委员。不过次长，那个违建哦，不是所有违建，都可以合法化，这个误解非常的大。好，以高雄市来讲，这个是要经过修法以后，特定条件，而且要符合安全的标准。对，所以也是要经过修法的程序以后，依新法的规定核准才可以合法化。好，好不好？好，好。接下来我们请 Colas Yutaka 委员。主席，有请台电的朱董事长。好，我们请朱董事长。委员好。朱董您好啊。那个一个下午了，其实你很累了，时间蛮久了，我应该会是最后一个看起来。那另外呢，有一件事情其实时间也过很久，那伤害却还是在的。我要跟您请教的就是兰屿核废料的问题。好，那40几年前呢，当经济部在民国61年的时候规划在离岛要暂存，好，暂时存放暂存核废料的时候，到民国64年的时候就开始施工。69年呢，政府就到就规划要施工。到69年的时候，政府就到兰屿动工。71年开始把台湾发电产生的垃圾核废料就带来兰屿。虽然说民国85年3月以后，我们的兰屿核废料储存厂就不再接受任何新的核废料桶，但是也差不多从那个时间开始发现原本已经搬进来这里的核废料桶开始锈蚀，所以从民国96年到100年开始检整所有锈蚀的核废料桶。那么桶子锈蚀的程度
不太一样，董事长或是台电的我们所有的同仁应该比我还是专家，还专业。大概分成四类，一种叫完整桶，一种叫做除锈补漆桶，另外一种叫轻微破损桶，最严重的就是破碎固化桶，就是说桶子里面所有的核废料的固化体它都破裂了，都粉化了，所以要重新检整，而这检整的方式就是重新破碎、重新固化，然后再用55加仑的桶子重新装起来、重新回存。所以桶子的检整有这四类。所以一直到整整6年前，2021年11月26号、哦，就到整整6年，我们现在是11月，目前兰屿核废料厂的总存量从原本的97000多桶，检整之后增加了非常多万桶，很多桶，所以现在就是10万多桶。那董事长，伤害最深的就是30年前把核废料放在兰屿的时候，第一，没有跟当地的原住民讲，说其实我可能搬不走；第二，没有跟当地原住民讲的就是这核废料桶可能会烂掉、破掉、会腐蚀。那这些人是谁你知道吗？你看破损的核废料桶，这些我想台电还有在座所有经济委员会的同仁你们都很熟悉，因为大概在3、4年前我们的委员都出示过这些。我现在要跟您追究的就是检整核废料的作业，时间过了很久了，我们的委员可能也替换了，经济委员会的委员不太一样，可是作为原住民的委员，我要一直追这个问题。当时的台电或经济部很厉害，说我们要创造工作机会，结果我们创造的就业机会就是这样的，当地人被你们聘雇来当警卫，然后来当这个清洁人员，来当所谓敦亲睦邻的代表，到当地来说服反核团体说不要再来反核了，那么有一些就是来这里来从事检整锈蚀的核废料桶，他们就用这样的肉身跟核废料站在一起，碰触到核废料，呼吸到核废料。这些照片在座的各位同事，我再说一下，你们可能都比我还熟悉，因为2、3年前这个新闻非常的大，但我要告诉大家，你们看多么简陋，而且完全没有任何防护。这是我们自己的族人拍到的，他自己的同事穿着短裤就在核废料仓里面检整。6年前其实这些东西都检整完了，可是伤害都还在，他们就跟粉尘在一起。那么多年来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好好的回答，就是请问你们为当地在当年只想赚这么一点钱的受雇的居民，有没有进行专业的核废检整训练？我想是不是请我们同仁来回答这个问题啊？跟委员报告，原则上在核废料相关的场所工作，包括核电厂部分，都要经过服防训练，啊，相关的公安训练。我想这个以往都是这样来做的。结果我们看见的就是这个。当然，这里的辩论哦，其实反核团体已经辩论很多。我想这个文章或是节目上的讨论都非常的多。我们看见有非常多超标的指标，但是刚才您所说的都有看到这个防护或相关的训练。所以其实我呢就去查，我们就希望说可以查到到底有怎么样来防护的训练。我们来看之后呢，下一章。兰屿检整，民国96年有发标，发包哦。我们看到这个要重新检整的作业，96年。好，我们看到了所有的东西都是最低标，好、哦，绝标的方式是最低标，因为我们说号称要省纳税人的钱，但是我们却不知道省下来的钱到底可以带来多少多好的检整的品质。看见的就是刚才那样的检整的环境。又看下一年，在民国101年又招标，结果我们看到，当然一定要用最低标来标。再看下一个，到了105年一样的，但是我们之后呢也是一样最低标。我要不断的在询问的就是，我在这一次其实有发了一个文，
我很希望说台电告诉我，你们当时发包出去给厂商来进行检整的作业，他到底为这个员工进行了怎么样这个辐射防辐检整的训练？结果你们回了一个文给我说，这样的文件因为涉及商业私密还有个资法，所以呢，本公司提供的资料已经大部分含这个契约的内容，所以恕不再提供相关的资料。我在这边也不过要的就是当时标案的内容还有契约的内容，我只是想知道你怎么训练我们的族人。我们号称30年前告诉蓝屿人，我们核废料厂来到这里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创造是这样的就业机会。以我的了解，我们当时这一位其实患了严重的疾病，照相的这一位就是如此，所以我要在这里再次的要求一次，请问董事长，这样的合约为什么不能提供？为什么是密件？有何商业机密可言？当然我想我们您想要知道一些这个详细的内容，我们回去啊跟横着这个法务同仁的意见，然后是不是再给您报告好不好？因为这里面我个人不了解哪一个地方是不能够告曝光的，或者我在其他的委员会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好，你们我不晓得是怎么样的一个原因，这样的文件它不可能是商业机密，可是我们不了解台电为什么第一时间会这样回文，而且我们的办公室的助理有向台电的人员请教过，台电说只要是这样的东西都是不给的，我们以前都是这样回文的。我希望说今天主席可不可以才是，虽然我不是本委员会的委员，我们把它弄清楚来，嘿，来。好，我想那个总经理知不知道？你们还有承办有没有哪一个单位在？这个承办单位是。这个涉涉人民生命安全、健康以及整个公共安全，这公共利益奇大无比的相关案件，为什么不接受监督？然后高度直化需求的案子，你们年年用价格标，这确实匪夷所思啊！我们就花时间把它搞清楚。跟主席报告一下，原则上刚才委员关心的那个相关的训练这边的内容，实质内容，我们可以在事后的书面报告没有问题。接下来就是契约的部分，现场没有人知道，现场没有人知道。今年的标出去了没有？今年标出去就是我们是年度标，就是说这个我们那个劳务有年度标，也是以那个公共采购的最低标的来做，包括核能电厂目前也是这样来做的，一致性。好，那至于说委员关心的那个训练的部分，相关服防训练，我看过你们那个几十亿都不是用价格标，那这种东西在用价格标，这个简直是莫名其妙。我们可以再检讨。这个我们可以在后续那合约没有什么保密条款吧？这种合约不可能有保密条款，既然没有保密条款，委员基于问证需要就应该要提供。这个地方就是委员的关心，就是合约的部分，因为合约是有乙方的这个商务上的条款，那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我们再跟法务这边再确认一下，我们再来提供相关的资料。只要没有保密条款就应该要提供，好不好？好，那明年度开始要用限制性招标，以求确保工作品质。这种案件太重要了。啊？哦，这个我们回去再了解一下。还有工作人员的那种健康管理，你们有没有资源让这些工作？这个我想是应该是绝对应该是有没有包含在里面的，应该要执行。会后给委员一个明确的了解，好不好？好的，非常谢谢主席，也希望台电哦可以关心真正关心人民的生命。好，谢谢 Class 委员。好，接下来我们请苏志芬委员不在，钟嘉宾委员不在。今天询答结束。好，我们登记发言的委员除了不在场者外，其余都已经发言完毕，所以我们询答结束。委员吴志扬、苏振清、钟嘉宾、苏志芬、徐真卫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
书面质询和未及答复部分，请相关单位于一周内以书面答复并附至本会。委员质询中要求提供的资料，请提供于本会全体委员。今天议程就处理完毕，大家辛苦了，我们现在散会。